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在进行质询之前，先请副秘书长报告各部会首长请假情形。报告院会，行政院来函，冯政务委员院本日因事请假，报告完毕。好，谢谢副秘书长。请黄委员国书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好，谢谢主席啊，有请张院长，请张院长。原能会周主委，请原能会主委。邓部长，经济部。好，请部长。好，请一下院长。院长。我们的核电呢，核能的政策，其实未来新政府大概有一个方向哈。那么国内的三座核电厂大概可以如期啊停机除役，好，这个大概方向已经定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媒体报道，就在这个同时，我们竟然看到台电呢送交给原能会要审查核一厂除役计划里头，打算要在核一厂的厂内，还要在新建核废料的储存厂，使用的期限呢、要储放40年。请问院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您说这个，您说他们要除役的事情，还是要在就这个事情厂里面储存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啊，厂里面储存的事情，在前几次的质询，我们经济部邓部长也说明过，现在厂里面要已经建好了干式的储存空间，准备要把这个废料就核一厂除役以后，原本不是要规划作为风力发电的一个相关的设施的一个基地。那里头还会有公共设施嘛？还会做公园嘛？是那个报委员，这样我来给您报告一下。怎么突然间有这一个计划出来？不，它那个中期储存计划一直都是存在的，它是个中期，中间的中啦。好，那将来我们有没有经过讨论？哎，核一厂除役以后，是台电打算作为核废料的储存厂。这样子，我这一个计划是什么时候经过讨论的？它当中已经有很多环评哈，还有那个投资可行性哈，各式的计划都在陆续进行，而且它的执照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段。院长，你知道吗？知道这件事情吗？知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后来知道了。后来知道了。我这样子跟这位，我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没有跟您报告清楚哈。第一个，它现在有一个中期中间的储存计划，将来要弄一个最终处置厂。这要把它搬到那个最终处置厂，当中还有一个外送的计划在正在，我们也希望。院长会知不知道？我先等一下，我先跟委员补充一下，我刚刚说我后来知道的意思，是因为我原来不是担任院长，那这个计划是我接任院长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啊，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应该我先知道而没有知道，先补充一下，好，请。有经过广泛讨论吗？报告委员啊，是这样，照规定台电必须在除役3年前把除役计划送到原能会，那他们去年底已经送到原能会来，那这个除役计划我们会去在地方政府公告，然后也会举行。地方政府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那个已经送到地方政府去了，有关的除役计划已经送到地方政府。什么时候送的？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送过去的。在你们送的之前，不用广征民意，不用跟地方政府讨论，不用跟当地的民众举行相关的公听会，那你们当然也更不可能跟环保团体沟通了。所以院长，这一个案子影响重大，影响了北北基啊700万个人口，知识体大。我建议啊，如果你们没有公告周知，没有详细的公听会的程序，也没有跟当地的地方政府民众好好沟通，这个决策就是黑箱。所以我建议啊，这个案子可不可以撤回，这个计划不要提，好不好？部长，邓部长，告诉台电不要送这个计划了啊。
等520以后再来处理嘛。你们怎么会在520之前，在政权转移之前就要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急着做这个事情呢？鲍委，因为他那个程序很严谨的，他很严谨的一个程序在那边。我跟您报告过了，不管如何严谨都必须要让当地的民众知道有这个事情。因为地方政府我们要申请各台电啦哈，要申请各式各样的建筑、你有很多理由啦，我没有时间再跟你，都要地方政府同意。是啊，我只要求你报告，我再另外找机会给你。我只要求这个案子520之前一定要暂停，撤回这个案子。这个好不好？跟委员说留给新政府去决定，好不好？这是对新政府表示的尊重嘛？我们不要在新政府还没有就任之前，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到了那个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是我的建议已经结束了，好不好？部长，请回。好，原能会，周主委，请回。好，可以。好，接下来我想请教育部吴部长。院长，是前天我看你也出席了28追思纪念活动，是啊，其实我也想了解啊，院长跟部长啊，你们的态度啊，我想问一下院长啊，你同不同意啊？28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悲痛苦难的事件，当然同意啊，当然同意，没有问题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了解228，知道228真相的其实非常少的人。你看228这几天的连假，还有游乐场啊办理228的促销活动，那之前还有很多政府机关啊还有牌匾啊庆祝228和平纪念日。我不会怪他们，因为他们所知有限，所以我们对于228的转型正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当然可以原谅啊，但是要原谅要弭平伤痕，我们要朝向一个和解的社会，这个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先知道真相啊，我们对真相的努力做了多少啊？我想请问一下院长，228事件你了解多少？我这样子问你好了，你认为谁是228事件的加害者？我想这个当时的政府哈、做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说当时的政府是加害者。我对228了解多少？老实说，在我这个60岁上下的这个年纪，当年在念书的时候，228在学校里面是没有教的。好，那就你的理解，不管有没有深度没有关系。那谁是228事件的加害者？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说就是当时的政府嘛，当时是一个威权时代，所以当时的政府，你当然可以说当时的这个算总督嘛，陈仪是一个第一当时的政府，但是其实，好，那你的意思是说，当时的政府所有在政府机关里的人都是加害者喽？当然不能这样讲，我想这个当时的政府的什么人？我再这样问好了。我想这个里面有一些好涉及到这个整个启动这个事情跟执行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好，院长，我想你也不太愿意正面来回应这个问题。吴部长，就你所知道，我想你也是历史教科书的制定者，你跟我们讲，就你的了解，228事件的加害者是谁？我想其实在目前有关于228的研究也相当的丰富，那当时的政府确实需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当时的政府的什么人？我想职位越高的当然所应该负的责任应该越重，这是必然的。对，什么？我说职位越高的人他所应该负的责任必然是越重。当时的职务最高的人是谁？就我所知道当时是陈仪在台湾。那你的意思说陈仪是加害者呢？他至少在行政上需要负相当的责任。所以你的认为陈仪就是元凶了？我想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实有很多元的原因所造成的了。
那在其实很多的历史的研究里面，也对这件事情都有相当程度的交代。所以嘛，部长，如果你这样子说，你不愿意真正去面对整个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报告委员，我想这个说谁有百分之多少的责任哈、哦？在这个史料完全还没有完全公开厘清一些，其实，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相关史料公开，受诸社会公平。很好。所以以后到底谁有多少责任，事前知不知情，事后有没有去鼓励或是去阻止这件事情，将来应该或是现在其实已经陆续在摊开来了。我都了解了啊、哦，我想你们也不太愿意很正面的去回答，那到底谁是？最开始的元凶啊，那我也不要你们去这样子的回答啊。但是你们总是要知道有哪一些是受害者。你跟我讲，就你所知道，二八事件死亡人数是多少？这个数字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实的定论。好，没关系。那你所知道有哪一些人是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有的人失踪了，有的人被枪杀了，有的人是被枪毙了，还带到街上去当街示众、啊、很多这样的悲剧啊！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受难者有哪些人？就你知道？我想那个二二八基金会补偿的那些对象，都是很清楚的受害者。你讲一个好了，你讲一个。譬如说那天，就是前天。前天总统颁发这个恢复名誉记这个什么证书是吧？哦，你们对于二二八的受难者，其实你们不太愿意去了解了。我没有不愿意去了解，也一无所知了。我没有不愿意去了解、哦、那个。这样问了哈、这个人二八事件的受难者，这个人潘木之，你知道是谁吗？潘木之。他的哪里人？他的这些事迹，老实说我不清楚。我这些名字有的看过，有的没有看过。好，那个部长，潘木之这个人是谁？抱歉，我不知道。不知道。好，王玉林这个人是谁？潘木之啊，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师，在嘉义。好，王玉林是谁？他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位律师，在日本留学。王玉林你也不知道是谁。这个人你总该知道是谁了吧？汤德章，知道不是谁？知不知道？你不知道。汤德章也不晓得。台南很重要的律师，对当地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汤德章你也不晓得。台南人都知道是谁。陈新，这个该知道了吧？陈新，台湾第一代的金融学家，二八事件被枪杀了，不知道，陈新不知道，这个该知道了吧？他是有名的画家。陈波该知道吧？有名的画家，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画家。但是不知道他是因为228被枪杀。院长，你对他的知道的理解，只是知道他是一位画家，他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怎么死的？他是当时啊，帮国民党政府跟台湾人之间做桥梁去协调，去协调进去开会，出来就被枪毙了，当街示众。我刚举的这些人，陈波，台湾第一代最重要的艺术家，陈新，金融学家，有很多人是律师、医生，都是台湾在当时最重要的知识精英，因为二八事件莫名其妙被枪杀了。可是我们今天来谈那一段历史，第一个，现在的政府张院长、吴部长。你不愿意去正式面对加害者是谁？我们没有不面对啊！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说，我们史料公开，公开了以后自然有研究会把这个责任慢慢的厘清。好好好好，我们没有不面对，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公开，这个让大家来看。好好好，那我讲第二个吧。好，
这么多人受难，这些受难的人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历史故事，我们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啊，教科书也不会写。这个，所以我们转型正义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这个其实资料已经公开，其实以后教材适当的纳入，我们都不会有意见啊。对，所以院长跟部长，你们就是不重视228相关的事件。什么叫不重视呢？你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吗？这个就发生在台湾，只不过是几年的历史之前呢。你们可以知道好几百年前的历史，可是在台湾民国36年到现在之前发生的历史，刚刚报告过，我们这个年纪60岁的人在念书时代没有被教过这些东西。那现在如果我们在教育的教材里面适度纳入，我们是觉得是好事情啊。好，所以现在转型正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好，我们不了解这一些228事件受难者，这些台湾精英他们背后的代表的故事啊。可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想让你看一段影片啊，前几天在政大校园里头啊，我们有学生的社团啊，就去贴了我刚刚的这些海报。我这些海报其实就是当天学生张贴的海报。就这样粗暴的把一个学生张贴的海报，这个海报的内容有妨害善良风俗吗？有违反哪一条法律？他只不过是把228事件的受难者的资料，希望透过一个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了解。院长，你觉得这不就是我们转型正义应该要做的事情吗？让更多人了解228事件的相关的真相，不是应该这样子吗？那你觉得政大的校方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把那个海报给撕掉了，你认为适不适当？张贴这些受难者的这种事迹基本上不是坏事，但是学校里面应该有学校里面张贴海报或是这个通知的这些规定，照学校规定去做就是了。可以用这样把人家撕掉吗？吴部长，政大都这样的样子吗？政大一直都这样子吗？我想在这所谓的风雨走廊上张贴海报有它一定的规定了哈。那这次的事件处理，我个人认为是它不够什么？不够恰当了。不够恰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撕掉海报的动作不适当就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好，我很高兴部长你愿意这样子来回答啊。我们做的转型正义事情太少了，但学生他们要去做。我们竟然校方还阻止他们，而且用粗暴的方式把他们的东西给拆掉，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都应该谴责政大。我们现在的校园里头还有这样子的思维，不可思议啊！好，部长你请回。好，接下来我想请文化部黄部长、故宫黄明珠冯院长。院长，我们的故宫南院在12月28号那天开馆了，是营运，但还有一些争议了，是营运、施工上面是不是如期完工都有争议，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一个事情，要问12受伤。那一天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就那一天才知道故宫南院作为它最主要的公共艺术品啊，竟然是成龙先生赠送的圆明园复制的那12只兽首。我想这个问题很大了。我想请问一下冯院长，兽首的仿制品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是陈港生基金会在2012年的11月给我们来函表达了捐赠之意，这12兽首是陈港生基金会的他们的艺术总监所设计的当代工艺，并不是完全仿照圆明园的12兽首，它是不是完全？那也是仿啊，仿是不是仿？是的，全世界还有唯一的真品
就是圆明园当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杀掠夺走的那个12个兽首，现在还有很多是流落在世界其他各地。报告委员，十二兽首是一个泛亚洲的概念，它不仅仅只有中国有，日本、越南、西藏、印度、韩国都有十二生肖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拍的影片里面也有谈到这个东西。那十二兽首我们是当着它当代公益，它表达了捐赠之意，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经过了我们院里面审慎的评估，专业的评估。好，院长，并且寄给了姚元喜先生。你有经过专业的评估？是的。谁评估啊？是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因为它不过就是一个。这谁啊？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谁评估啊？那我可以把名单给你。同时，当时这个南院的这个建筑师姚仁喜，他知道了有这个捐赠以后，他也同意纳入在这个整个园区里面的。这个我都没有意见了，啊。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要置放这些公共艺术品是要经过审议的。我想请问一下黄部长，文化部，你们有没有公共艺术设置办法？我们是有的。相关的公共艺术品，特别是政府机构要经设公共艺术品，需不需要审议？黄部长，那公共政府重大建设，那么要至少用它那个所建设经费的1%来设置公共艺术，那这个是在公共艺术设置条里头、设置法里头，那么第二条呢有所规定。我知道，我们有公共艺术奖助条例，公共整的1%要做公共艺术。做公共艺术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8件的公共艺术品，包括草间弥生，包括还有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艺术家，他们有创作。好，就这一件为什么没有送审议？我想问一下部长，兽首12件兽首有没有经过文化部的公共艺术审议？有没有？12件兽首是不在他那个8件的公共艺术的申请？没有吧？他是属于捐赠。对，他因为他是捐赠，我想问一下洪部长，捐赠的公共艺术品要不要审议？捐赠的公共艺术品基本上我们是尊重嘛，那么所拥有所有的单位，那个所拥有的单位，他们所拥有的单位。好，那我给你看一下。花莲啊，公共艺术设置办法。黄院长，我现在给你看了。院长，我现在给你看哈。第32条，政府机关，请问故宫是不是政府机关？政府机关接受公共艺术之捐赠事宜，应拟定受赠之公共艺术设置计划书，经审议会审议通过。内容还要包括这一些。请问黄院长，你有经过审议会审议吗？报告委员，那不过就是装置艺术，并不是这种法律规定里面的公共艺术。不要，我们在故宫南院。天哪！不是，我们在故宫南院。装置艺术跟公共艺术什么不一样？我实在不知，我们那边只是装置。你只要一进到故宫 啊，你实在很困难不看到这个十二个兽首，它其实它已经变成我们故宫最重要的公共艺术啊！你知不知道？对于这个十二个兽首，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有意见，有认为它是统战，有人认为说它是复制当时郎世宁的作品，这个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今天想要跟故宫跟文化部一起来探讨的，就是不管你要置放什么样子的公共艺术品，你总是要经过一定程序嘛。如果没有的话，院长，你知道好多的艺术家都想捐赠给政府机关了。我们欢迎经过我们评审，我们是会纳入的。但你要把它放到公共艺术审议的程序里头去走啊！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法律，为什么你可以不用遵守呢？那个通常我据我的了解，那就是我们工程建设费里面的1%要做公共艺术，按照这样的规范去办。那个有，这个我们已经那个已经有了。我现在跟你讲的是捐赠的部分，捐赠的部分你没有做到。好，那你跟我说，公共艺术设置法第32条里头，你要写捐赠缘由、捐赠者，捐赠者当然很清楚吧？就陈港生先生，就成龙先生捐赠的嘛，对不对？好，捐赠的总经费要载明啊，总经费多少？再来，捐赠作品之艺术创作者的创作履历，请问
现在放在故宫的那十二个兽首的创作者是谁？是谁？他我们是哪个艺术家？你跟我说。有那个是谁？有那个公共，就是陈龙陈港生艺术基金会的这什么人啊？我忘记他的名字。怎么可以忘记他是什么人？委员，我不知道你今天，我事后把资料不可能，这是很严谨的，院长，你私相授受，让陈龙捐赠的报告委员受手的我们经过院物质品，并且其实你破坏了台湾的公共艺术审议制度了。如果你这样子可以通的话，那这个办法干脆拿掉了嘛。那以后如果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要捐赠给政府机关可以不用审议的话，只凭地方政府的首长或是这个机关的首长就决定要放这个，以后啊没完没了啦。你知不知道在我们地方上有很多的民间的社团都想要捐赠给政府单位公共艺术品，可是对不起，要经过审议，报告委员，而且是要经过文化，地方是文化局，当然中央就是文化部的审议。我再问一下，故宫有这么多的公共艺术品，故宫南院我刚讲了有八件，这个八件部长你知道吧？有审议你知道吧？我晓得。好，你知道兽首你知不知道？兽首基本上它是一个捐赠，我刚刚报告过了，你都不知道嘛？啊，尊重所拥有的单位。是院长，我可不可以要求不要破坏我们现有的公共艺术审议制度，可不可以移除这十二个兽首，那同时把这一些仿制品请文化部来帮我们进行公共艺术审议，不然的话你们去遴选咨询委员来进行审议，如果审议的程序完成了觉得它是可以放的，我没有意见，到时候再来放，不然的话院长你们放的这个兽首啊，其实是把我们全台湾的公共艺术审议制度完全的破坏掉，同不同意？院长，张院长，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院长，是的，我现在请问院长嘛？院长，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南院已经盖好了，这十二个兽首也已经装上去，你要把它移除审议，再去补做审议的程序，是这个意思吗？对。我觉得移除是知识体大，甚至造成国际上面一个非常惹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我觉得那好，那没关系。那你可不可以补送公共艺术审议？我觉得这个会后让我们文化部跟故宫再讨论一下，看这个审议的程序在法规上面重启审议，如果审议过了，没话讲。那个当时曾经做过什么样的程序先了解，那如果说有审议的实质内容，董事长，对这个事情引起台湾艺术界非常大的反弹，你要了解啊，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帮台湾的艺术界发声啊。我刚才已经跟委员回应了，说回去以后请故宫跟文化部去看一看这个过去的过程跟现在审议过程有没有需要在事后再补正的这个做法的需要，我们回去会把它当作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来检讨。一定要进行公共艺术审议，可以吧，冯院长？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你刚说它不是公共艺术，你当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强调它不是赝品，它是公共艺术品，你自己讲的，你自己说它是公共艺术品啊。你要不要我把影带放出来，你的说法？委员，要不要？我承认当时我有说那是公共艺术，但是后来我重新发现公共艺术在台湾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说它是装置艺术。同时候台北也有台湾的艺术家捐赠给我们，你说它是装置艺术，那设计师志德元，那设计姚仁喜当时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送建造一起进来审啊，也没有啊。同时候也没有啊，我们故宫南院也有放大千石亭，那我也表达了那个不是艺术品，对不起，那又不是艺术品了。那实际上的时候那是景观，你不要把艺术品跟景观搞混了，不可以这个样子啊！我们把十二兽首交给姚仁喜先生，也是纳入景观设计里面，但是他后来就把它变成一个灯柱的上面，
这是姚先生的设计。所以委员，我们你刚刚的提议，刚刚院长已经交代我会跟洪部长研究怎么。委员刚才已经跟您说明说，我们会请两个机关回去。好，谢谢黄委员的咨询，谢谢张院长以两位部会首长。现在请庄委员瑞雄咨询，询答时间30分钟。有，院长。我请我们行政院，我们张院长，请张院长，请我们陆委会夏主委啊。哎，庄委员早。一定要这样。我看你这几天哈，每一位委员上来啊，就开始问你，这个看守剩下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我想你感触也。非常多了，在我们夏主委走上来之前呢、我倒想再请教我们张院长，就是说，我想请教张院长一个问题啊。张志军其实也到我们国内来过了啊，夏主委你也到中国大陆那边去了，可是我看昨天啊，本院的同仁就是所贵党所属的立法委员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邀请达赖喇嘛到我们台湾来做一个访问，这个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所以我来请教我们，先请教夏主委，主委，你认为达赖喇嘛跟张志军两个人在国际上的人能见度，还有我们国人同胞对这两个人的喜好度？哪一个人比较强？喜好度哪一个比较强？我想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这个知名度能见是完全是超越张志军，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嘛，至于说在国人的心目中，达赖喇嘛是一个宗教的精神领袖，所以我们讲也是比较地位比较崇高。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在国会殿堂这样一个讲话，跟国人同胞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政府，你们这个政府就奇怪了，我就要来请教我们张院长了。夏主委刚谈到了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国人对他的喜好度，那强过张志军不晓得几倍了。那我请教张院长，你对达赖喇嘛到我们台湾来访问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怎么样？达赖喇嘛过去已经来过台湾三次嘛，对不对？是啊，来过三次啊，再来就被你们给禁足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把他禁足的事情。你现在是院长啊，你的看法如何？他没有来，他没有提出申请啊，怎么叫做禁足呢？哎呦，达赖喇嘛一直想到说我们台湾来啊，有多少的团体啊，曾经啊，去邀请他，就希望他可以到台湾再来访问。他表达是开心啊，所以张院长，我知道敏感，可是总是要面对嘛。我讲你全部全被打，你现在到520剩下几天了、啊？你全归刚？没有几天了、啊。那没有几天，总是要有几天，没有几天，几天？你这个最后关灯的人几天？你要算得很清楚啊。80几天。80天呢、啊？80天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啊，院长。也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去突破的。马总统胆敢任命你当行政院院长，你胆子就给他大一点，该做的就放手去做，不要马总统到外面去。哎，一定，总统当时要处理你知吼？20几号？3月份嘛吼，所以你马上想想看。我们这个总统想到什么地方去，爱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管你反对，他就要走出去了。可以，他当然可以走出去，
他可以走出去。但是同样的，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国人同胞也热烈欢迎他可以到国内来访问的达赖喇嘛，我们不让他进来。你到现在还没跟他说你的看法呢？我刚才跟委员报告说，只要有单位出面来申请，我们就会作业。作业是什么意思？Yes 跟 No， 黑马龙答案呢？要有答案呐、啊。当然，作业的结果就是有 Yes 跟 No 两种可能，但是这个作业的内容要看他是什么单位申请来台湾做什么事情，对双方都有利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来啊。那院长，你可不可以表达一下，你对达赖喇嘛他如果提出申请到我们台湾来访问，你的态度是 Yes 或 No？ 刚刚跟委员报告说，看来的目的跟什么单位申请。他来了，双方有利的话，我们他来的目的，院长站在我们政府的立场，他很简单，他来了。如果今天是夏主委干行政院长的话，我看他考量的可能是这个人的能见度，到在国际上能见度，到台湾来，台湾的能见度也跟着提高。但是呢，可能你这样的一个答话，让我感受到的。你的立场可能跟我们现在国人的看法是不一致，而且那个立场有一点对立哦。应该不会吧？上一次，你知道你的前一任谁拒绝他过来吧？我的前一任怎么样？我都没听清楚。你的前面的头前的院长，你敢不知道什么人不拒绝你来？我不清楚。不清楚哦。夏主委，这部分敢生气？报委员，这个达赖喇嘛在过去几年并没有申请，我们没有接到他的申请的案子。而过去在早一点的时候呢，他曾经我们有邀请过，很早的在九零年代的时候，曾经有邀请过他。可是他自己也顾虑到对于这个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曾经不来过。所以我觉得，所以结论，所以达赖喇嘛来不来，要看是不是主客两遍的时间。我知道结论了，你们的结论就是说。只要达赖喇嘛有提出申请，我们的政府是开放的，我们表达是欢迎的。两位可不可以有人胆敢这样子很勇敢的这样讲出来？我们是开放，就是意思说我们是接受申请，而且我们不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政治理由去卡他，该请他来就让他来。您到底一定您到底是在行啥回了？中国的立场我们很清楚了，只要达赖喇嘛踏进我们的国门呢、啊，到台湾一步啊，他就认为这叫分裂祖国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但是一定我是要跟你讲，你阿爸存八十天而已，不用那么怕啊。八十天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啊，行政院长的权力很大。我没有在怕说这个事情八十天里面该不该做。你会不会担心？已经有既定的程序。你会不会担心嘛？你刚才嘛阿北刚具体跟他回答、啊。我刚刚已经回答委员了，我们有程序照程序跑，我们不会刻意去阻挠啊。哦、不会刻意阻挠哦。对。那可不可以表达欢迎？我们国人同胞这么喜爱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又这么高，到我们台湾来，对台湾的形象只有加分呐、啊。会生气的，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啦，中国啦。我要帮你讲答案呐、啊，你派谁供你嘛？你行政议定嘛？但总是如果人家提出申请，你要有一个态度嘛，跟民众的想法是不是一致嘛？还是你有过多的政治考量？你有太多的政治考量，我也不意外。但是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开放。刚才跟委员讲了开放，我们程序上面就照程序来走，然后不会有刻意阻挠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一定非常谢谢你了啊、哦！这个其实这个答案也很接近了啊、哦。那我想，这一次三月份我们马总统啊又要去出访了啊、哦。马总统上任到现在出访了几次啊？请外交部部长说明一下。外交部部长。跟委员报告啊，这个马总统出访12次，12次哦，那可能会有13次嘛，哦，
看来会第十三次要成型了。我想马总统这次到拉丁美洲去，我想是应该是在任内，我想应该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看也该最后一次了。总统有办法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尤其是邦交国去走那么一趟，在我个人看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哪怕你把它当成是一件坏事，马总统他的个性，他也不会去听你们的。我想这个是好事了。其实对，我想外交的事情是超越蓝绿了。我想这次总统出访，我想对于我们巩固邦交，应该是有相当大的效益的。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总统他出访了以后啊，那个到底有没有带着支票本出去？哦，没有。看到他喜欢的就支票就这么一开，嘿，张院长，咱总统哪去外口支票一直开开开的上垃圾箱。我跟委员报告哈，马总统出访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承诺。我问你啦，我就要问你定了。您说担心他出去开支票？对啊。我觉得以马总统，快要卸任的这种状况，马总统应该会有足够的认知，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嘿，我跟你讲，我跟你修书，你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去年哦，瓜地马拉的总统啊，莫拉莱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啊，他曾经去承诺说，当选后啊，要让每一位老师啊带上 GPS。他的想法我不懂，他说要防止他们的教师旷职，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个总统在瓜地马拉接受度很高，他也承诺呢要给每一位儿童一部 iPhone。 一定我这边还多少还到这个马总统去到瓜地马拉了，回来了那机票还签一大堆 iPhone， 那些学生啊签一台，刚好我们政府来买单。部长干嘛？我跟委员保证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没有，绝对没有这个事情。也就总统出访跟任何的原政案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总统出门你跟他说跟对外任何的援助都没有关联？没有。你不骗我三回，我丢，你现在是骗大家三回。没有。总统出门啊，为了彰显他自己是老大，到任何的地方去啊，国跟国之间呢、啊，任何的一个援助啊，这边偷小享后的机会啊。报告委员，我要请问院长啊，在哪签等啊？这条小圣上哎。报告委员，我想啊、哦，这个我刚才已经跟您报告我个人想法，我觉得以一个为政者的这个该有的认知，应该不会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会不会发生也不知道。那个，我还以为你跟我讲说，总统如果签一张支票，给瓜地马拉所有的儿童一支 iPhone， 可以巩固两国的邦交，你是乐见其成。你今麦给他讲一堆，我说听无。委员真的没有这个事情。过去这七年多来，其实马总统坚持的援外三原则，我想是非常的清楚。所有的原则，这条你就特别如今，所以会这一笔账啊，如果马总统万一啊，一时手痒要签下，你要特别把他的手拉住啊！真的不会。委员，您今天有这个顾虑，我想有这个顾虑的也不止您一位。前几次质询也有委员也表达类似的顾虑。那很好啊。所以这个顾虑，我想总统也一定看到、听到。好、再加上我刚刚跟您报告了说，以这个为政者该有的认知，其实应该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怕马总统没有院长你讲的这个高度了。我另外我要来请教院长，就是说，你晓不晓得、啊？这个航空公司复兴航空，我看他出事的 ATR 的一个机型啊，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前阵子在基隆河上面啊，整架飞机这样子给摘下去了。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你晓不晓得我们华航打算跟复兴航空购买或者承租 ATR 跟
A330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这个代志哈？你不知道这个代志，代志就大条。交通部说明一下，有没有这件事情？你是部长？是。你看你偌无人缘投，你做部长做到我唔捌你，是你来检讨啊，我来检讨。当然了，在施政的过程里头，只要做就对了。刚刚我本席提到最后的80天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慎重。我定了，我来签稿你。102年到103年，华航赚钱了钱？对，那几年确实是亏损。亏损哦。对。啊，104年呢？是有盈余。你敢查遐那盈余？当然我也了解，跟油价也有关系，是因为油价大跌的探底了。是，我看到你曾经在那边大吹特吹哦，跟华航的乱搞哦。我要来请教的就是说 ，ATR 的一个机型前阵才出事 ，A330的华航已经有十几台啊，为什么要再租？或者说要去买这件事情，你晓不晓得？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类的资料，所以确实现阶段里头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还要了解。今天我跟院长哈，我跟你提出一个警告了，我相信部长你也好好去查一查了。现在的华航的董事长就什么人？孙龙祥。这个把这位复兴航空的总经理嘛，对吧？那是早期，非常很早期、啊。对，在今年的1月，跟复兴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两个人参叙，然后去指示华航内部单位研究购买复兴航空飞机，而且要在520之前签约。我定，这件事你的看法是什么？我想任何的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会经过董事会不可，而且他的这些相关的报告也会提到，那么他的上级的捐赠的单位里头，像航发会里头还要再 double check 一遍，所以这些不是私底下运作就可以通过的事情。魔鬼啊，常常就是藏在这种小细节还有莫名其妙的参会里面。华航本身有那么多的飞机，华航本身的 A330 的执行率不够高，还有剩余的一个运能，更何况不对，华航够去买 A350 的，对不对？今年跟明年要进来几架？跟委员报告，这个都还在评估当中，找国际的顾问公司还在评估当中。为什么会想去评估这个案子？你要给我个理由。华航它总是要有汰换机型的时候，而且尤其它要考虑到国际间的航线，那么区域的航线的发展，所以它的机型的处理，它要有一定的每一年期都要有一定的评估啊。这很正常，从国际间的航空很正常、啊。你底下出代志 ，A330家己有十几台。今年到明年 A350 要再几百，结果你现在去评估，要在520之前，这个不能我要把复兴航空这些 ADR 去给买回来，去给租回来。院长，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我跟部长都不知道华航有这个计划。我跟你讲嘛，是对，您都不知道，我就跟你讲。我们当然回去会去了解，我们回去会去了解，把这个详细资料调出来看看说。这个需求是什么？但是 A330 跟这个 ATR 其实航程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区域的、哦、一个是远程的。所以其实我想啊，这个委员您刚才提到说还有一个520的压的日期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应该不要压日期，应该有客观的技术评估啊。所以第一有没有这件事情，那需求是什么，这个都请交通部回去了解。所以啊，在520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你底下这个团队有些人乱搞，
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对，如假使有这件事情，要谢谢委员提醒我们有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就是回去马上了解。你当然告诉你一定要给他谢谢，这种国家的钱呢，华航这嘛国家的钱呢，去租去买，不去做评估，输的啊，残回的瞧这个代志，就简单啦，一定。这个就是在传达一个讯息啊。这些人我的想象，我以恐刷料，在五二零之前，先把这些给部署好了。五二零要走人了，大家都有地方去了，上面的旋转门条款转播当中像鬼了，所以我要求院长啊，这件事情啊。要特别去注意啊，一定。刚才已经承诺委员说回去马上了解。然后那个，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那也不该压一个五二零，应该是客观的技术评估，要评估多久就评估多久。我也建议啊，政府应该去拟出针对飞安记录不良的航空公司，它的退场的一个机制啊，并且在五二零之前避免华航集团有金额过大的租购机的一个计划。或采购的一个合约，我们也希望交通部应该去加强对所有航空公司的飞安跟机场第一线的定期查核的一个工作，这个才是去保障国人搭机的安全的问题啊。至于底下这一些当官的、干过党董事长干习惯的五二零之后他的一个去处啊，一定否定，这个都不应该在考量的一个范围里面了、啊。本来就不应该啊！对，这个我们完全同意委员的看法。院长，最近呢，尤其是今天我看的媒体的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报道，就是我们那个中烈祠啊，民营这件事情啊，我不晓得院长你清不清楚，可以进到中烈祠里面呢、啊，大部分是。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资格、啊、应该是相当高的标准。对、啊、东征啦、啊、北伐啦、啊、抗日啦、啊、剿匪啦、啊、还没讨逆啦、啊、啊特殊的重要。那个保定各位公布掉的让去中烈祠的不条件。跟委员报告，中烈祠的条件是作战阵亡的国军将士还有一些文职的人员。这不只是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包括保卫台湾八二三古林头一直到现在的都摆在中烈祠里面。这个很好，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嗯、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表扬，对他的一个尊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但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说要不要开放民营这件事啊。报告委员，这个我内政部有在他们在评估，评估的时候国防部只是在审慎研究，就是说中烈祠有它的庄严性，我们不是反对活化，不是反对促餐，是在讲说这个要怎么两者兼顾。一六，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 idea 有创意，整个配合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怎么样把这一些公有的服务民众的一个设施啊，让民众去更接近或者民间来做一个参与，本席不认为是一个坏事。但是啊，可能国人同胞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你那个民营了，哎，要不要收门票？我定今晚爱收门票，没有。促餐整个我们现在，我说现在、现在不要，现在不要。是啊，你开放民营以后呢？这个以后要规划。我觉得说以后可能部分要收费，但是基本上民众现在能够免费去看的这个范围，我觉得应该要给予某种程度的保障。所以我看院长对这个我们整个中烈祠啊，他来你改为民营这个，当部长是比较保守，哎，院长是很开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啊！我个人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去好好想一想，比较正面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甚至我看美国的五角大厦，对，外面呢、啊，还用保全呢。五角大厦在美国看，在我们看来啊，
那个多严谨的一个军事设施啊！我记得一二年我们去的时候，那外面全部都是情报权啊。所以这个保定绿道，咱们欢乐的。我看欢乐的是你以为收钱收了收多，人不爱去。鲍委员现在没有收钱，我们也不是考虑收费的问题，是其实是忠烈祠，我们国防部考量它有它的一个庄严性。我们只是说在促餐跟庄严性之间来求取一个平衡，所以赵院长跟部长对整个忠烈祠他来让民间参与，那这个方向是可行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啊，普丁啊，你现在说在研究，一定立功是表达乐观其成开放的一个态度，那就给他加速啊。他现在是在评估阶段，现在整个行政院给我们各部会啊，两个部会在讨论的时候，他现在在评估的阶段。一定完了。委员说要加速，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评估的期程哈、啊，什么时候做到什么地步。只要这个评估的够周延呢、啊，那个速度加快一点，不影响这评估的周延性，基本上也是好事情啊。院长，其实我从这三十分钟里面呢、啊，你的答询里面呢、啊。剩下两分钟啊，我有一个感慨、啊、就是说最后一任在马政府的行政院长的一个人选里面、啊、你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说你是特别呢？在所有的行政院长里面，在马总统这八年里面，你获得的掌声其实是算是最多，但就非常可惜的，哪怕你再多的掌声，你准备着刚。那从刚各部会里面，在答复本席里面，我又似乎看到了院长对你底下各部门的所有的重大的一个决策，你未必会掌握的一个精准。所以你有在八十天里面，这些时间，这短短的八十天里面，你也可以放手去做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很担心的地方，也有可能在这八十天里面，也有很多会去被蒙蔽的地方。比如说一定要要足谨慎，我甚至于很想再提醒你，这短短的八十天里面，所有的重大政策，一个政策形成以后要去做以后，配合的全部都是公堂，一点更是一点爱情、啊、我大胆的跟你提醒、啊、大家，国发基金你要特别的注意、啊、好，谢谢。你要特别去注意哪一个部分，动不动就牵扯到国家的资源，去预注到私人或者说一些不当的一些投资啊。院长，语重心长跟你说，这一块啊，中国国民党最厉害。不管从管中民，或者说从在更往前面的，甚至于可以玩得很厉害的，我们从刘兆玄底下，甚至于很多国民党的大佬徐立德，还有高玉仁，我跟你点点嘛，你好啊，一款啊，在。国发基金动不动就拿去乱投，这个部分一定嘛，关键的八十天呐、啊，好好去把关。国发基金我在副院长的时候，还有科技部的时候稍微有看过，其实到目前为止绩效都还可以。注意去想一下，一定。但是委员提醒，哪一些东西是乱投的，特别要去注意的。这八十天里面呢，妖魔鬼怪啊，很多会借着这个急迫的时间呢、啊，短暂的时间里面呢、啊，兴风作浪啊，我是足替你欢乐啦，一定嘛，牵涉到钱吼、哦，牵涉到关系吼、哦，大家开始拢在找关系啊，可不可以做一个宣誓？什么样宣誓？我来给你提醒一个怎么样一个宣誓？
刚才跟委员回报了，说我们会特别注意，过去的绩效不差，那我们会特别注意，只要我们看到，尤其是副院长是从国发会过来的，在那边的情况非常了解，委员这边也有一个提醒的管道，提醒了我们都会特别去注意。那个内部外部就是我刚才讲委员的提醒管道，我们会特别注意啊。所以我们在80天任内不会让不该通过的案子通过了。如果委员是要这个宣誓的话，没有问题啊。感谢应定了。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教，把你耳朵刷了，我也感觉不给你一个最后问一个机会，大部分机会也不行。之前你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你曾经当初你去答应行政院长陈冲入阁的时候，谈的讲说是4年了哈，做戏当了。那实在是官场生涯，你在那边画下一个80天后要画下一个休止符。我们去华联，你讲华联有一块地已经买好啊，受封哦，有影无影？我在。啊，你今天养种田？啊？你今天养种田？我种一些树。我问你养种田没就要扫一个。啊，就讲为讲。我讲你养种田没啦？我种树，种水果。好，谢谢庄委员的质询，谢谢张院长。现在请赖委员释宝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行政院的张院长，各位先进，那么请主席请一下张院长好吗？请张院长。赖院长。啊，院长你早。这个有大陆的外交部长啊，这个王毅啊，提出一个说期待台湾新的执政者，就是主要指的是蔡英文主席。520后继续推动两岸和平，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就是我们的宪法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之后马上就有很多的解读来了，很多的解读就来了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陆会夏主委说哎，乐见，这是善意的。那么过去来讲的话，大家号称比较属于绿的，在绿营围观过去的这个教授啊，也说是从正面角度来看，那今天又有媒体讲说他不是，他事实上还是框在那里。这一部分呢、啊，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说，到底他这个讲法是92共识往前推，还是92共识往后走？这到底怎么看？其实过去我们在马总统任内呢，是靠92共识一中各表来维系两岸关系，而92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啊，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以马总统在所有的场合里面都强调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及宪政的体制，那蔡英文主席也曾经说过要按照这个宪政体制。那中国大陆在过去呢是从来不愿意提到我们的宪法，那这是第一次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如果他能够正面的来面对中华民国宪法，我们是正面看待。所谓的正面面对是承认吗？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我想你要他讲这个“承认”这两个字，他是不会说的。嗯，不过至少他是在一个国际的场合里面，由外交部长第一次提到了我们的就他们的宪法，我想是指的是我们的宪法。就换句话说，他隐含的是承认我们的宪法。这是每一个人的解读可能不一样，不过我们很高兴看到说他可以面对我们的宪法。你这样子这样看哦，因为这样子你看又有另外的人过去当过立委的。沈富雄就往前再走一步了。对，他说：“既然这样子，代表承认我们的宪法，就承认我们的主权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8年制了。”不，因为承认我们的宪法，可是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宪法是什么。我们的宪法是一个中华民国，然后包括两个地区。
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我们的宪法基本上是不承认他们的主权嘛，是不是？是，对不对？就等于三方互不承认主权，可是互不否认治权。是的。或者现在来讲，是不是他这样讲说同意承认我们的治权？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解释？最少可以这样解读。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我们当然是乐见的，我们很正面的看待他这一次能够勇于面对我们的，很务实的面对我们的宪法。他这样讲的话，当然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他是更宽松喽，他是更宽松哦，所以你不要讲条共识没有关系啊。这个习近平这个习大大讲的说，哇，这个你会没有条共识会什么地动山摇什么之类的，现在没，你只要说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就可以了。现在变这样子了，更宽，是不是更宽松？我想他们在像昨天张志军主任在一个台商的活动里面还是继续的提到基础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他们现在我想内部还有也许有不同的不正式的说法，包括国台办以这个国台办他们的这个处理对台事务啊，他们正式的立场还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换一句话说，他这是内外有别了。在国际场合可以放宽为说，你只要讲中华民国宪法就可以了。但是对内其实来讲说啊，还是说要九二共识啊。他这里九二共识跟我们九二共识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四个字是一样，这样对吧？不然我们的九二共识是以这个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我们的看法 对我们从来没有承认它一个中国原则的。对，我们强调的是各自表述嘛，他们强调是一个中国嘛，哈。是。但是我们看了哈，当然这个绿营的看到这个，哇，这个很高兴了。说这样一来的话，他放宽尺度啦，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本来蔡英文呢，选前都一直讲中华民国宪政体制，选后也讲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可是我们就看呢、啊，他嘴巴这样讲，他的立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们开始噼里啪啦的开始去砍国父啊，干什么的？要废掉国父啊！啊，这个就很清楚来看的话，要不是玩两面手法，就是压不住底下的。看起来是玩两面手法的成分居多啊，你怎么看？我想，中华这个如果民进党的政府要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这个维持两岸关系的话，我想他对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的完整性啊，必须要加以维护。他最少承认中华民国的国父就是。至少创办者嘛，或者是建国者，就是孙文啊，孙中山啊，难道不是吗？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对吧？是不是？你既然是要，他说我要 follow 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继续来统领这个国家，继续治理这个国家，那中华民国最前面的就是孙中山呐、啊，就是孙文、啊。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是包括中华民国的宪法跟所有的修正案。以及根据宪法所制定的所有的法律，对呀、啊，你不能说切开呀、啊，从什么从一九几年才开始算的，这个从直选以后，它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解读哦。它现在来讲的话，这里面是有吊诡的地方，就变成说，我只要提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这一来一框，你讲你的，你从民国元年开始算起，我不是，我从1996年的总统直选开始算起。那时候的中华民国，从蔡英文的两国论开始算起，是不是？1997年中华民国的历史，我想这个所有在中华民国国人都非常清楚。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就是这句话其实 nothing new， 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也说过，这个是任何团体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个同意这个九二共认同九二共识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中华民国，两岸这个包括台湾地区及中华大陆地区。那么最近很多的媒体不断提到什么最近陆客有减少，有没有减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减少，不过我们还是为什么媒体这么讲这么大的？因为他们在推测的是在3月20号以后可能要分成。3月20号以后是。为什么3月20号？因为他们这个业界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谣传。我们也去跟这个国台办，然后观光局也跟大陆的这个相关单位都在这个询问当中。他们到目前，至少以他们官方的这个说法是没有这个，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一切都是看市场机制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后面这个就学问了，市场机制没问题嘛？市场机制，但是还加一个两岸的发展。是。
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啊？因为我前几天呢、啊，我到我的岳家去啊，在日月潭附近去吃午餐。以前去那里啊，一年去一次。我一年去一次，每次去啊，我的位置都找不到。这次去啊，一样假日，三分之一空的。我当然这单一个案呐、啊，也不代表什么了哈、啊。可是很明显的，这几年我每年都去一次，都在过年之后，全家人去一次。我岳父的家就在日月潭附近，一定去日月潭里面吃饭。中午的时候，一次以前每次去都是满的。还有一次啊，是坐位置啊，加一个位置啊，加个小桌子啊，在厕所旁边。这次去啊，三分之一是空的，一样假日，大家都放假。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媒体讲的这个跟官方讲的不太一样哎。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当然我再讲一遍，这是单一个案了、啊，不代表全部啊。可是我的实体的感觉是，哎，啊，今天有差嘞，不知道跟我是今年的。啊，可是你们一直讲说啊，没有减少，没有减少。可是你又讲了一句话，陆客来多少，是根据这里面市场机制以及两岸的发展，这后面就是政治了。前面是经济，是后面是政治。我们非常了解，所以我们这个观光局啊，也在采取各种其他的相应的措施，譬如说增加这个东南亚这个客人到台湾来。是啊，我们靠永续观光来嘛，进的啊。那第一个自己玩，鼓励我们国内自己人消费，其他的团来，你嘛先呢，而且要公开呼吁啊，院长要不要呼吁一下？希望啊，也不是希望啦，我们就是说两岸。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不管政治怎么走，我们还是欢迎，我们是希望是大陆这个不要缩减陆客，也不应该缩减陆客，可以这样讲吗？当然是委员这个论点没有错，那个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哈、哦嗯，这个我想陆委会也先前跟对方都表达过了，那也跟委员顺便补充一个数据啊，这个我们特别因为最近这个业者的关心，我们特别调了一下今年开始到三月初的这陆客的。那个人数啊，这个一二月来台湾的团客是有微微的减少，但是来台湾的自由行的客人是有大幅的增加。那好事啊，品质提高了、啊，对，收入也提高、啊，品质也提高，对，那个自由行的品质当然是比团客要好。所以好像我那个在这个一二月之间呢、啊，来台湾的这个陆客的总人数啊是有净成长，好像10%+的样子。然后再看三月份预计要来台湾的人数啊，至少到三月中的这个人数也比去年同期三月中的人数是增加的，就是已经排定要来台湾的陆客人是增加的，所以理论上在三月中以前，包括一二月看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应该是没有减少。三二零之前应该不会有缩减显著缩减的迹象。我们现在看到，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们现在看到三月中以前准备要来台湾的数字是没有比去年的三月是没有缩减的。好，跟这个同样题目啊，这个既然这个主委来了，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蔡英文主席马上要当总统的，不断的讲，我在中华民国的宪制底下来以后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呢，民进党立委不断的去说这个那个，他戳了都是戳中华民国，戳的一刀一刀戳进来，让大家感觉到。要不然就是蔡英文主席约束不住这些立委们，要不然就是蔡英文主席跟这些立委们玩两面说法。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国民党不遭丢汽油弹，我们看到是多处蒋亚蒋公的铜像遭到亚波漆，我们看到的是要主张废国父遗像，转型正义现在变成转型仇恨了。院长，你同意吧？转型正义如果没有正义，就不叫转型正义啊。什么叫正义？就是法治底下的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做什么事情依法，这个才是正义，这个才是转型正义，没错，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到、哦、我列了一个啊，全球转型成功的指数，台湾排行第一啊，第一名的是什么？台湾的民主自由表现出色，然后我们的经济方面获得高分，台湾的司法独立，把它整个归纳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贝特曼基金会啊，里面所做的一个对台湾高度肯定的、啊、院长，
你看了这些，你感觉如何？我觉得过去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许多事情，即便国内的民众不是百分之百支持，但是从国际上来看，相对于各个国家来讲，其实我们是第一名啊。我在前一阵子半年前吧，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国外的这些大使啊，什么包括 AIT 的长官啊，都来啊，什么之类，他们高度肯定呢。可是我们的国内执政成绩被骂了臭头，这里面就是台湾人变习惯了，变成说掉没唔掉没，口口没一里没一里没一里没。但是现在来讲，专门骂国民党啊，我不知道民进党执政以后会不会骂民进党，还是说民进党执政以后还是骂国民党？还都唔知啊啦，啊，还都唔知啊啦。媒体到底是怎么样啊？媒体永远是跟着绿的跑，还是说媒体永远在执政者的对面？我是觉得大家都认知媒体应该在执政者的对面，所以他骂执政的国民党的执政团队，这是理所当然，监督，大大的监督。但是外国外看不错啊，美败呀，是不是？民主自由表现出色，肯定台湾的司法独立，经济方面获得高分，台湾的转型成功指数排名第一名。啊，那你外派？狂强干呢，没一块丢。所以我们也期待啊，张院长啊，你在未来80天呢、啊，好好的做出一点成绩。因为外面对你评价很高，为什么？因为你的出身不是明代，你的出身不是政府官僚，你的出身来自业界，你是 Google， 大家看到 Google 喜欢，所以喜欢你。谢谢委员。是不是这样子？万哉，因为 Google 喜欢你。啊，还是因为你的表现喜欢你。来，我们再问一下和 Google 类似相关有关系的。我们下组也请回。WiFi， 我们到哪里去啊？你请回，你请回。政府提供10000点以上的免费的 WiFi， 来台湾注册超过100万。有调查指出，27%的人会用公共的 WiFi 操作金融服务。你认为安全吗？操作这个你是专家的，不用找边上。操作金融服务哈、嗯，金融服务本身要有一层安全的防御。如果金融服务本身没有安全的防御，只靠 WiFi， 因为 WiFi 是公共的，所以 WiFi 这种标准的第一层防御，对于金融服务来讲是不够的。金融服务本来就应该有一个自己加一层的安全防护。我特别替你提一个东西哈，这个是最近的一篇的报道，根据英国的都市报，没错。欧洲软体安全公司 Avast 进行一项实验，这家公司你知道了哈、哦？它里面说哈、哦，我们到哪里去啊？手机嘟嘟嘟，我们就把 WiFi 都开着，然后一看到有那个没有上锁的 WiFi 吧，赶快连上去，好探丢，免钱的，紧的用 WiFi 就紧，对不对？那网络传输都很方便，而且又不要钱，它免费提供，殊不知。免费的都有现金，免费的把你的资安通通把你的资讯通通偷走，对吧？这个手机里面设定说有免费 WiFi 就连，这是有风险的。有风险的。有风险的，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这个其实跟 WiFi 的这个基地台的管理有关系。我们这个 WiFi 这个 I 台湾里面国发会的这 WiFi， 其实 WiFi 的这个基地台是有做一些管理，风险是比相对的私人的会低一点。你讲的是说 I 台湾没有问题。我们的政府提供都没问题，这个我了解，但是我是说我们要不要提醒大家，请你从专家的角度、这个、要不要提醒专家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看到 WiFi 它是免费的，千万不要上去。对，我想这委员的提醒非常好。手机里面不应该设定说有免费 WiFi 就闭着眼睛就连，这个设定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你不是故意连的，去了他就把你连上来，会不会？应该是可以设定，除非说像 i 台湾，因为到处都有，所以 i 台湾一旦你同意它设定，在台北车站可以连，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说我们用手机要有一个习惯，出门的 WiFi 把它关掉，至少不要把它设成到处都可以连啊，不要到处都可以连。哎，我们这个对话很重要哦，因为这里面呢、啊，他做一个实验，刚刚讲到了一个欧洲软体安全公司 Avast。他做了一个实验，4小时以内，他
超过2000个人就上去，被连上去，然后他的个资全部被拿走，他手机的资料全部被拿走，4小时是2000个，就这样子，啪啪啪就过去。我们手机啊，在台湾这么普遍，滑手机的这么多啊，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这个要提醒。我们政府怎么做？委员在提醒很好啊，委员在提醒很好。哎，政府要提醒了，好不好？好，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啊，就是我们的蔡主席也说了，哈、啊，讲话讲大声了，说这个电价未来10年没有大涨的理由。飞核要飞五枚，核一、核二、核三都要如期的除役。台电就预估了哈，如果如期的除役，到2025年，就是蔡主席、蔡当选人、蔡总统当选人了、啊，他对外宣称2025年可能是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是不是飞核还是什么的？2025年他不知道是什么境界，飞核吧，不是。是报员，我看到的报道哈，是说，他们2025年是希望能够发电发到500亿的那个绿电，绿电。2025年是500亿的绿电，是。他500亿的绿电，那这样子，核一、核二、核三配合核一、核二、核三可以全部除掉，这样够吗？是，那这里当然有一些地方啊，可能还要注意了哈，就是说。他那个我们要看气候的变化。请问你有没有？我先回答一个：核一、核二、核三是不是2025全部除以？是按照对嘛？按照所以也就是说，那核四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嘛，对不对？是。所以等于是2025就没有核了嘛？就是非核家园。非核家园嘛。那按照今天的媒体是说会有400亿度的所谓的供电缺口，但是你刚刚讲的是不会。这个是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哈，这个是、那个、不，你是经济部，不能只看报道，要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的假的，会不会有缺电、啊？我们认为这个哈，这个还有缺口，它是会有缺口啊。那个假如说都把核电都把它废除，再生能源呐、啊，能不能跟得上来？这里还有一点点疑问呢、啊。我听不懂，你要再是不好，这个报道对不对了？这个报道对不对？现在的政府的看法哈、嗯，是说核电的废除要看着再生能源起来的速度。假如再生能源起来得了的话，那核电当然在，因为非核家园也是现在政府的一个目标嘛。现在我看起来核一是已经提早被废的了，因为你现在那个处理棒出不去嘛，啊，然后新北市的那个去。那个燃料棒的那个池子啊，没办法使用嘛，在家里没得放，外面出不去，那就没有了嘛。有可能本来是明年才除役嘛，大概今年就要除役了嘛。有可能提前除役。对嘛，就核一就可能提前除役了嘛。是。那核二当然，如果这样子，那核二一定是如期除役嘛，啊，核三也如期除役嘛，那就是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嘛。除非你刚刚提到的再生能源绿电有500亿度加进来。500亿度加进来，是不是400亿度缺电就不会，缺口就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500亿，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发电到2025年，能够发这个再生能源能够到500亿度，嗯，啊，但是呢，能不能发到500亿度、啊？好了，假设可以的，假设可以的，假设可以，他没有问题，那就没有缺电了，那就他这个就可以把核电废除，但是能不能达到500亿度，这个呢有问题，500。你认为是达不到？我们认为它非常非常的困难。还另外一个呢？报告委员，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假使做到500亿度的话，成本是如何？对，我就问你价格呢，会不会影响到电价？请问现在的我们的平均电价一度几块钱？现在大概2.8块。2.8块是。工业一般用户是2.8块，啊，公用户呢？工业用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啊，如果绿能大概多少？绿能现在以我们标这个竞标制度啊，现在大概一度4块多。4块多是。还有高到10块的了。那个是早期的，早一点的，早一点标的哈，早一点跟他签约的那个有高到9块10块的。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现在大概在标的就是四块多，四块多。所以这五百亿度都是用四块多来算，会不会说未来因为有罗林克学习曲线，所以这个越做这个发电成本越低，低到跟现在一样八点多？这个要看科技的进步，好、看那个科技啊能不能进步到那个地方。所以四百亿度的缺电是假设没有再生能源的补过来才会缺，如果再生能源绿能啊，我们讲绿能好了，把它补进来不会有这个缺口，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这个题目一直闪烁，还是你不是很清楚？不是，这我不是研究那个，不好意思讲了、不敢讲哎、他很多事情啊，他有他的关联性。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哈，我们对这个问题花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啊。对于这个能源的供应供需，那个副院长知道，前面那个先前那个毛院长啊，叫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研究，那个 simulation 哈、这个情境的模拟，我们花好多时间在这个做这个模拟啊，然后做这个能源配比的规划。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哈，这最后最理想的一个能源配比，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努力的发展这个再生能源，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尽了全力在发展再生能源，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节约，我们您看哈，我们有智慧节约计划，在民生服务业方面，还有工业节电计划，这两个工作努力的去做，那么来看看将来啊，应该按照这个的进度来决定这个核电啊应该要怎么处理比较好。现在外界而且看到未来的政府不仅仅是往这方面努力哦，非核努力哦，还有非煤，就是不烧火力发电了，不要烧煤了，这更难更难、我们现在火力发电占我们的用电多少百分比？大概50%-60%，五十多嘛。现在还有环保团体提出来了，不仅仅没有核，还有没有煤，这个做不到，这个做不到了啊，这个做不到了，做不到，哎，非核做不到，这个、做不到。事实上，那个我想借这个机会也利用一个很短的时间跟委员报告一下，煤如果我们处理得好的话，它的这个排放，它的排放出来的这个空气啊，它可以跟天然气一样好。现在的科技已经办得到了，我们现在台电打算努力一点。看能不能把它引进来。请问那个部长啊，我们现在核四是不是形同废掉？封存，我们现在好好的把它保管好。是不是形同废掉？现在没有在用，没有在运作。为什么不直接废掉？那这个是当时的政治决定啊。这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啊，大家没有把它讲出来。院长顺便沉过矿嘛，大家都很清楚嘛。现在封存它是资产嘛，废掉了就变费用了嘛，就没意义啊，叫 write off 4000多亿啊，4800多亿啊，是不是？这里面成本全部加起来，对不对？是3000亿了，3800了，3800还是？3000亿，对，3000亿嘛，3000亿嘛，啊，这是不是？3000亿嘛，3000亿就谁买单？老百姓买单，所以这个还算是，你废掉那就是 write off 3000亿 write off。那这个谁买单呢？啊，院长，假如废掉的话，全民买单啊！全民买单了，全民买单了，就这么简单了。3000亿，我们赚2300亿好了，对不对？一个人10000块，就这样子，所以就摆着，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考虑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个就看新政府的做法吧。如果新政府要把它直接 write off， 院长你会怎么看？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就是全民买单是很痛苦的事情啊。跟这个有关系啊，我想我。这个蔡主席他们那边提出一个叫什么帮助低收入户的孩子，叫做教育，叫什么来着，教育发展账户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这个案子？就18岁教育部要不要跟卫福部要不要来帮忙说一下？卫福部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脱贫计划了，啊，那外交部对外讲就是说我们有脱贫计划，哎，我跟委员报告，其实目前所有的经济弱势在求学的过程中间都已经有了完全的支持，那不管是在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我们其实都已经有了完全的支持。怎么支持？各方面的，包括他的，比如说他可以免学杂费，免学杂费。然后他如果真的是弱势的话，他还有生活的补助费。生活补助费。那如果他家庭有情况有特殊的话，我们还有民间的捐款。他讲的是大学，念大学，大学。他本来是希望念事先存钱，然后念大学。念大学。对。大学这一部分教育部现在有什么帮助？教育部现在我们对于完全的弱势、经济弱势还是有这个学杂费的减免。免学费。对。我们在目前的，其实我们在高教蓝图里面有特别的把委员去年所建议的那个方案，就是学贷的延长，学贷的本来说一年，现在变五年了，五年是，对，现在也可以实现了，这也是帮助这个弱势的嘛，是对不对？那个比较务实了。好，那个卫生部的有没有什么？委员其实很清楚，我们的社会福利现在其实做的是蛮周延的，所有的低收入户，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中低收入的 category， 按照他的状况给予各种补助。那从婴幼儿开始就有完整的计划。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啊、哦，我都一直主张啊，这个张院长你现在人气这么好，可是蛮尴尬的，只能做到八十，做到五二零。你的好长才不能发挥，他要么就当初就整个就接手了，既然让你做嘛，就不要在旁边拼命下指导棋。他现在就下指导棋嘛，他什么意思？就说你们卫生部做不好，教育部做不好，我这个才好，按你这个才好，弄好你呀，按交接什么条例都弄好你呀，又不要，又接通融给他也不要。对不对？然后在旁边拼命下指导棋，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哎，我这个比较好。我觉得一个新政府要上来的新政府啊，起手势也很重要。你再好的主意，再好的政见，再好的措施，五二零就够嘛。你这个公共政策，现在讲就是对你们打枪啊，对教育部打枪啊，对卫生部打枪啊，对张院长打枪。好，谢谢赖委员的咨询，谢谢张院长以及两位部长。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咨询，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质询，请蔡委员异议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我们是不是请院长，那以及法务部长哈罗部长？好，请张院长及罗部长。蔡院长，院长早。委员早。部长好早哈。那我想要询问的是哈，基本上每一次的选举，选办法已经规定很清楚说。贿选，基本上是不符合我们现在民主国家选权以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每一次的选举，就是会出现很多贿选的案件，尤其是在这一次总统跟立委的选举中，我们看到的说，底外酸窟嘉义县，甚至有网友。制作了一个贿选的一个实价登录的一个地图，我刚刚说这以民主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件做讽刺的一件代志，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院长跟我们部长，我们部长尤其他是过去人权的一个律师，所以他对于这个贿选，我认为说以律师的一个专业来说，对于贿选这个是很无法接受的。那在办贿选的过程中，每一次在遇到的状况，就是说。每一次都查贿选，都只抓到了庄脚，啊，这条啊，他伊就是统一的一套说辞。这套说辞以上，因为我欠候选人零钱，所以我自掏腰包退一杯票。我想请问院长跟部长，部长先回答好了，你接受这种说法吗？报告委员，我们确实对贿选是深恶痛绝，所以我们一直努力在宣导，一直在消解、改正这个风气。那近年来确实也有成效，有今年的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我们这些贿选的案件比过去大量减少。报告部长，但是您刚刚指教的那个问题，其实检察官也有一点难处，就是说我们起诉之后还要看法院的判决，接不接受检察官的看法。报告部长，不要，现在我认为说不要把责任推，马上推到了法院这一端。我认为说检察官在每一次办贿选的时候。办贿选的时候永远都是只办到庄脚，就没办法把案情往上发展。我现在再举同样我在讲，在就是第七届的立委选举的时候，第七届大家看一下，这个是97年这一次总共几个9个案子，9个都是个案，它的时间都是在12月28号跟1月9号，那地点完全是错开的，金额都差不多1000，有1500的。这样一个9个案子在选举的过程中密集的一个发生，那你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就构成组织性吗？为什么检察官在判决的时候，那么在起诉他是否起诉一个当下永远只办庄脚，没有办法再办候选人？报告委员，检察官只能就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我相信那些会贿选的候选人，他们也会绞尽脑汁去钻漏洞，他们会想办法去用白手套，用各种方式。所以你的，所以部长，你认为说，只要候选人他有办法把自己的防火墙架构好，检察官就没办法突破了吗？是没有办法，检察官一直很努力，我们也希望突破，我们也希望情资能够给我们更多、更明确的一些。报告部长，我一直很纳闷啊，像这样这么多一个个案，每一个都说我是欠候选人人情。那所谓这个人情到底是什么？检察官有问清楚吗？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说法，检察官是不是有要求所谓欠人情，然后案情无法发展这一件事情来进行所谓的测谎？所以我要确认说，测谎到底是不是检察官可以对刑事被告行使的侦查手段之一？报告委员，检察官是可以斟酌状况决定要不要测谎。但是就每一个具体个案，他检察官是怎么考量，法务部是不可以介入的。
所以我们只是一再宣导，我们在这个选前的分区。那法务部可以定出一套办法出来，说针对这样贿选的一个状况，他一旦已经构成了组织性，好，一旦他认定说这个不是所谓一个买票的一个个案，它是一个组织性的东西，法务部有办法针对这样的状况再来加强他的侦办的力道吗？如果检察官他在侦查上有困难，他提出在检察长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协助想办法，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我很遗憾的是，我看到的每一个案子都是用个案来处理，每一个案子都是个案，就是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是个案，所以永远没有办法办到候选人，造成现在所有选举的一个状况，台湾的选举都一直被买票所污染。部长，你相信现在台湾的选举还有现金买票吗？你相信有吗？我想可能有，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报告委员，其实也很多选举无效的诉讼，当选无效诉讼也都成立了。所以就很多嘛，所以就很多嘛。那我认为当选无效是一块，好，当选无效是它是在末端在处理的，在防贿，好，以及怎么查办贿选这部分，我认为法务部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因为检察官他一定有办法查到候选人，只是他不愿意查，还是说他担心政治介入选举。所以我认为法务部应该在就查办贿选应该还是要一套具体的措施，至少要能够更进一步的遏止买票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在很努力，包括委员你也知道，我们像今年全球环岛的单车这个宣导反贿选的活动，其实办得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各界的反应也很热烈，所以我想有民众的检举，有官民的配合，我相信这些事情以后会越做越好。报告部长哈，报告部长哈，跟院长，我跟你报告一下，在我这一次的选举，海区买票很状况非常的严重，你们看新闻应该都知道，哦，已经收押了10个人，而且买票的状况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好，撸俩因撸背了，哦，所以这是一个属性，好，我杜姐的集中总控。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我认为说，在这一次在嘉义县警察跟调查局的，他们有查获一个决心，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未来这些在检察官还是把它做个案处理，还是进入了法院后，每个案件都变缓刑掉了。现在选办法的规定，贿选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对吗？是这样的吗？3年以上10年以下，那最后被判决有罪，3年以上是不得缓刑的，但是后来这些都缓刑掉了，为什么会这样？法院的判决我没有去具体了解，也无从评论。但是报告委员，刚刚您提到说声押10个人，可见检察官也是非常努力在查办，不是只有警察跟调查员。所以检察官他既然会用这么大的力道去办这些案子，我相信他也是有决心要把这个案件办好。我当然相信是有决心啊，但是法务部没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已经声押了10个人，声押了10个人，每这还会是个案吗？这个具体的状况我们就不能介入，这是法律规定的。好，那没关系，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啦，哈，这样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说，如果还要用个案来论定这样贿选，让台湾的选举风气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希望法务部要针对所谓这种组织性大规模的一个现金贿选，要拟出一套办法，怎么样迫使这些庄脚把案情往上发展，这部分有办法处理吗？我们都每一次都会检讨，每一次选举完毕之后，大家会对过去办的案件，但是没有遏止效果啊，每一次还是照办啊。有很显著的改善，我们的选风。这一次的改善有很多是因为选情一面倒，我认为说选情一面倒，如果你回到去年九合一的状况，贿选还是迷迷冒冒。我们的宣导跟过去的办案应该也很有影响力。宣导当然是有影响了哈，但我认为贿选效果比较没有，是因为来自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公民意识的一个觉醒，所以他们会去跟家里的人说，收到人的钱卖邓侯赢。我认为说很部分来自这样，这当然也有法务部的宣导是有成效的，哦，但是我认为在办候选人的时候，法务部就少了一份决心。我们没有少决心，事实上我们在每个分区座谈会我们都会有去参加，而且一再提醒大家，不但不要手软，而且要对
提供勤资的该给奖励的要给奖励，该宣导说奖金怎么去领取的也要好好的宣导，所以各方面的努力好我觉得我们都很有决心。好，好，谢谢部长。好，谢谢部长，可以。那我们再请经济部长邓部长。部长您好，好，那院长。喂，你好。那我想要针对哈，就是说，现在，不当单产的一个处理条例，政党不当单产处理条例已经复委了。那我想要问院长，现在行政院对于所谓国民党当年的不当单产有怎样的一个方向吗？还是都要等到立法院三读通过？再来做一个判断。目前这个公权力所及的几乎都已经处理了。先前其实就已经透过协调的方式请这个国民党放弃，然后回还给政府，或是好几个案子是用诉讼的方式。诉讼方式，就我所知啦，哈，就我所知，现在在民雄，哈，在民雄哈，交通部还有一块就是顶寮小段369号，哦，这一块地。那当时候在诉讼的时候，交通部是败诉的，哦，这一块地是败诉，但是跟他相同状况的有在彰化分园，哦，啊花莲，哦，花莲的板桥，这部分交通部胜诉，但是同样的状况有胜诉有败诉，所以对于民雄这个所谓中广的当时候这个发射站，那这部分交通部会有新的做法吗？这个个案可能要请交通部说明一下，或是会回去了解一下。刚委员所提的有关于交通部跟中广之间哦，现在就是我们全力的在按照法律，那么该诉讼的诉讼，该追讨的追讨，那么该执行的执行。我简单的讲法就是这样子，现在已经一直也跟那么中广这边在做接触，那么该还的是，甚至就是原来该不当得利的部分，我们该追的我们在追。有这诉讼我都知道哈。对对。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不当单产处理条例已经在讨论了，我希望行政机关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作为，不是一切都等到了立法院通过法律后才会有作为。我们按照现行的法律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那就看部长的表现。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国民党的单产，他在民国哦，他在民国80年的时候是有说他的党营事业哦，在宅上搭起来有高情有哦，高达9000亿哦，这个都报纸自己看出来的。结果到后来马英九跟朱立伦他们重新做一个党产的清查，都说只剩下232亿。朱立伦在马英九还没有清查的时候，他是说应该还有1000亿。好，哦，这边也说还有1000亿。目前的说法都是232亿。我要问我们邓部长，对于国民党他们强调他们党产剩232亿这个说法，你接受吗？对不起，那个报告委员，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料哈，所以我想我大概没有办法在这边评论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资料，那之所以没有资料，就是因为不作为嘛，不爱去查嘛。党产是不能查的吗？我们再看下一个资料，至少就国民党100%持股、100%控制的，至少有育台企业、中华日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光华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看出说，他的董监席次，如果是四席的话，国民党持有的就是四席，所以他是几乎这些列举的，几乎都是国民党100%持股的公司。部长，这部分没问题吧？公司的那个所有权属于谁，我们也不经济部啊，也不干预这些事，我们会登记下来，就是
你所有人你自己说，说了以后把它登记下来，其他的不是我们该管理。所以经济部对于党产就是求其公诶，就是消极嘛。不是消极啦，因为这个叫做党产，这个不是一般公司的一个财产。好、哦，院长，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不能同意。我想经济部没有消极，因为经济部在法律权限之内，对于登记的公司不能去动手动脚的。不可以，我们我没有要你动手动脚。登记的话，我们只能够登记。我再秀下一份资料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我列举的这些国民党百分之百控制持股的公司，它的成员名单。他的成员名单，其中包括了，来上一页，徐立德他出现了，黄章龙了，黄章龙出现了，来上一页，你看，施凡权、施明豪、郭土木、黄世廷、叶玉祥这些出现了九次。那其他都有列举，好，我们都把它全部列举出来。那后来发现的就是说，基本上所谓党产，他后来派由国民党派去这些公司，哦，担任董监事的人是高度的重叠，是高度的重叠。那这部分经济部过去也是没有任何的干涉，是这样的吗？我们不能够干涉了。那个报告委员哈，像这样子，每一个人民他来登记，他有合法的文件证明他是董事或董事长，我们就把他登记上去。我们不能够干预他，说哦你这个对不对？这样就变成我们去干预那个人民的财产权。对，所以我认为说部长还是回到了一个传统哈。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党产，哦，国民党的一个党产，那这些政党会为什么会拥有财产？这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既然现在。不当产党处理条例已经在立法院，已经在委员会要开始进行审查。那是不是经济部，你现在要有一定的作为，针对有可能未来这些会脱产的，要开始着手调查？这部分部长您有办法吗？那个报委员，这个要经过法律程序嘛？我想您很清楚。他假如说我们，假如说法院有什么样一个决定，那要我们变更登记，我们当然要去按照法院的决定去做事。但是要我们主动的去封人家的财产，我没有叫你封哦，我没有叫你封哦。但是要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有办法。我想那个委员应该这样讲，应该是说党产条例如果在立法院这边通过了，那政府有责任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照做啊。但是党产条例，但是国民党现在在脱产中哦，请部长不要忽视这件事情。他现在已经积极在脱产，所有的财产，包括我刚讲的，刚讲的一家，这个丰源建设，也已经开始卖啊。那你知道这一些在卖，他所有的公开公告都是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领标，所以你要把它当作他是个人，就是一般的普通的企业吗？我认为行政院跟经济部。在国民党在处分党产的这段期间，应该要有作为。我们要依法行事，现在我们没有法律授权去干预这些事情。哎，我给我们院长哈，来看哈，我们院长来看一份资料，这是一份陈情书啦哈。那这个陈情书哈，是我阿祖，好，我阿祖说下来。哦，在民国做过一景诶，三十八年诶时阵，伊写诶。他说吼，我若做较早吼，伫布袋，吼，伊阵布袋是伫台南，是伫台南。啊，我若做伫布袋吼，有一块盐埕，在日本时代吼，抓这块盐埕吼，去吼日本人吼，那直接强制征收，日本人吼强制征收，啊，我阿祖做唔好诶。伊抓讲安尼日本人吼征收一条钱，伊不爱去领，哦，伊无干嘛吼伊征收，结果咧，结果伫民国34年，吼，我来做讲祖国光复啦，吼，啊希望吼祖国光复吼也使把伊这块地吼把摕倒转来，吼，啊结果抓被中研公司，吼日产被中研公司，哦中华民国盐业公司，就是后来又一直转变变成现在的台盐。
被中研公司接管，哦，啊，就挂身子都不爱好伊。院长，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认为在过去，党国不分，国民党接收日本人财产的情况之下，有这样土地纷争的人，是不是还存在很多？有可能，有可能嘛？好，哦，这是当年哈，哦，民国38年的时阵，我那做下来一张陈情书。后来因为台盐一共几届追灾，所以以下的文件都没去啊，所有资料都不见了，所以也无从调查了。啊，我们在这就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告诉我们，国民党接收日产，就是专门将物件都凹这边打底黑。那进一步的衍生就是说，经济部如果认定在当年有违法，当年有强占人民的一个财产，如果这样的一个认定的话，对于现在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是不是也在开始进行着手调查？还是这不有办法调查吗？还是那句话，要法源。但是如果说一些有纷争的土地能够把当年的这些法律文件找出来的话，当然是可以进行一些程序。可是，我不是在讲这块土地哦，哎，这块土地我嘛知影讲已经无得查，因为我嘛唔知伊对。好，哦，我刚看了这份陈情书呢，伊只嘛无写，伊嘛无写地号。哦，所以这个物件是无从查的啦。唔多，我要强调的就是讲，过去日本人啊，但咱台湾人的财产哦，硬征收起，这是一个行政处分，没错吧？日本人做的行政处分，阿爸，啊，结果阿爸的官员走去啊，抓来的是土匪，抓我土匪来，抓一只吃面。阿东，我喊你讲啊，这就是过去国民党的作为。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加以党产，我们还要用一般的民法、一般的公司法来看待吗？那个台盐原来是国营事业，后来变成民营企业。他现在是民营啊，对对啊，我们都以贵体是国营事业嘛，啊，以后边都有民营化，这些贵景这些我都知道。那我也没有要讨论这一块盐田的啦，好，哦，这无从考察啦。好，哦，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讲国民党的财产，好，哦，为什么会有党产？想到有东山，包括中广的土地嘛好，中营的土地也好，这些投资事业嘛好，想到伊有这些物件，来源是什么？如果不能交代来源的，是不是就应该要推定都是窃占中华民国的？这个可能要靠现在立法院这边的党产条例去处理了哈。啊，所以就是党产条例处理了。对，我们这边还是那句话，公权力只能做到一个地步了。好，那这个问题到这里哈。那部长哈，两位部长可以。那院长哈，我想要再请问哈，这个你前阵子有说总统的一个职务交接条例会有涉及违宪，好，会有涉及违宪。我想要问哈，我不是说涉及违宪，我说不能违宪，不能违宪。那我想要问院长，会违反宪法哪一条？我没有说违反宪法哪一条，因为这个条例还没有出来，也还没有定案，所以我是以一个提醒的角度来说，如果要有这么样一个交接条例的话，不能违宪。哦，所以你是一个用提醒，并没有特别举哪一条违反了哪一条。哎，我要跟院长提醒了哈，现在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个权利，哦，有包括宣战，有包括过河，有包括龙点，哦。那也有包括，哦，他的权利在宪法规定的是基本上他是有他的条文的一个依据的，所以相关的一个行政的一个作为还是都在行政院，包括说人事的一个任命权是不是在行政院？是啊，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间，其实我们的人事在某一个层级以上人事调动已经都全部冻结了。
这个其实是法有明据在要求的。之前李俊玉委员有开说，最近的人事调动，在十职等以上的检任官员比例还是比去年还要高。这份我希望院长可以再注意。我想这个我想人事总处说明一下，我们现在限制的是哪一个范围？是在这个检任官十职等以上。检任官对十职等以上的，对十职等以上，在这个期间应该都没有调动。对，没有。这部分我希望再确认。好，因为交接条例它基本上是对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力道加强，这部分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因为所有行政蔡委员，现在目前有些法制都可以运作在行政院这一块，所以认为在这段期间是可以好好的去限制所谓看守内阁。一月十六号以后，有关的这个人事调动完全都冻结，而且这个部分是全序部跟我们这个人事总处确实有很好的沟通，而且根据相关的法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里面所规定的，该限制的就应该限制。好，那没关系，那这部分我还是提醒院长，在总统交接条例基本上不应该把它论定就叫做违宪，除非说中交接条例已经具体的，有具体的去讲到，有宪法所赋予总统的权利，就是我刚刚讲的宣战构和龙点，如果不是这几项，包括大赦特赦，这是总统的权利，其他是属于行政院的权利，所以交接条例如果没有涉及到总统的部分，就不能轻易的去说它是违宪的，这份我要再次的提醒院长。那最后，我想要请那个农委会，农委会，农委会，陈主委，主委好，蔡委员好，我要问的就是说，基本上农会跟渔会。它是一个人民团体，但是它同时它带有部分的公权力，所以我们用农会法、渔会法来对这个农会、农渔会的理事长、总干事做了所谓一个资格的一个规定，这份是没问题的嘛？是。那尤其农渔会，它又兼任到了，它有包括行销，它有供销部，它有信任部，所以它又带有这一个带有类似信用合作社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基本上农渔会的一个总干事的一个领聘，他是站在一个公司机 CEO 一个善良管理人，至少是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一个角色，这部分也没有问题吧？那有理事会的领聘，有理事会的领聘，但是总干事有他的一个资格的一个限制，就是委员现在提出来这个资格条件的限制。 OK， 那渔会法二十六条有规定说总干事应该要有下列的一个资格，总干事有下列的资格，它包括要有大学独立学院以上之学校毕业高考及格，那以及一个经历的一个限制，承认渔业或渔业有关机关、学校、金融机构、渔民团体相当委任职务两年以上，这部分的规定是基于是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是希望说跟渔业或者渔业有关的这一些资历，跟渔业有关的资历。对。那我想要问，这个农委会在104年12月10号，承办人叫做陈先生，这张公文我很不满意，为什么承办人名字不写出来，就写陈先生，我也知道他是谁。十二月十号做了一个公文，他认为警察机关。只要警察机关有做到吼，底下的海港吼，遐俩招式威啦，查缉走私的警察就有农业行政资格。这部分主委你同意吗？我想他写的应该没有那么简易啦吼，因为
过去警察他写的没有这么简历，警察机关办理出入境渔船渔民所需证件之检查，因渔政机关办理渔会资格认定渔民福利措施申请，渔船资历认定，渔业资源维护港口查验签证等事项需警察机关提供所以他基于渔会法之相关规定得认为其经历有渔业相关工作。跟委员报告，这是渔业署哈，因为早期警察机关在渔港做这种安全检查，就像现在海巡署在渔港到去年也都有做安全检查，或者出入的时候做船员的。所以，主委，你认为海巡署也有农会总干事、渔会总干事的资格？不是，我们先尊重，因为海巡现在已经没有做了，现在已经要交回来给农委会做。那对早期有这种资历的渔业署，他认为说是符合主委，所以你还是认定了哈，他以及刚靠一两招书安内的五级的渔业行政安内的对吧？是讲两招，所以你要把它放得这么宽吗？那如果放宽的话，未来这个标准会变得很乱哦。我希望再跟主委再次提醒哦。这是早期，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工作了。我们好。谢谢蔡委员的咨询，谢谢张院长啊。那么现在我们请赖委员瑞龙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院长，是不是请张院长？好，请张院长。赖委员好。张院长你好，我想恭喜你啊，我想上次之前见到你的时候，你在科技部长任内，不知道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在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服务，那时候也为了一些高雄一些整个园区的部分的海洋事务的去请教您，我对你印象很深刻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用心在做事的人。那从这次的赈灾也看得出来，确实您是一个很用心做事的。那我给你的评价其实还蛮高的，然后但我认为可能你是这四年来可能会是最好的行政院长，那也期待您未来这剩下不长的时间，但是能够替国家多做点事啦。那待会有一些议题会请教院长，我也希望您能够用一贯你的积极的一些态度能够来回应我的一些议题。尽量。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我先谈第一个，就这次的赈灾。我想2月6号这次的赈灾其实对高雄跟台南特别是台南很重大一些伤害了。那当然谢谢院长了，在协助赖清德市长不分彼此了，很用心的在做相关的一些救灾跟重建的工作。那我想我直接就切入到我的主题里面了。这次的整个赈灾的部分，后来我想这次受损最严重的其实是台南跟高雄啊。那预估啊，大概将近要花50到60亿来做一个重新的重建复建的工作。那台南跟高雄的整个灾害准备金的部分20亿左右了，台南是8亿，那高雄12亿。那我想这个赈灾的部分，我认为它是从921之后，包括88风灾之后，包括去年的8.1气爆，其实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的灾害了。那现在才2月而已，地方政府其实面临到还有很长的一个将近10个，现在3月1号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的汛期还没来，台风季节还没来，它还有可能会对中南部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很建议院长这个部分能不能支持地方政府，在这一个的整个重建的损失的部分由中央的经费、灾害准备金，甚至您的第二预备金来支应，那减轻整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负担。这个中央灾害准备金其实就是在支援地方用的，但是在灾防法里面，以我粗浅的了解，灾防法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救灾经费是在地方政府这个经费先支应，如果不够的话，就调整预算，如果还不行的话呢，就是由行政院来支持。所以灾防法里面已经这样写了。
我们恐怕必须要这样来做。但是我觉得委员可以放心，那个就像您这里面写的，中央的这个灾害准备金其实金额哈，其实比地方多蛮多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真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充分来支援，不管是台南或高雄，都是应该做的事情，不要。院长，我是希望能够是，因为我刚才提到，如果以台南的话，它总共也才8亿哈，我看完全是不足的哈。它以这一次的震灾这么严重，它完全没有灾害准备金可用。那台南的部分，高雄的部分也占了将近5亿。那以高雄编列12亿的一个灾害准备金，它也等于将近用掉了一半。它等于在前两个月而已就已经用掉了一半。那后面还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希望我刚才跟院长提到，我希望他能比照。我们这一次不立专法，也不用特别的预算，但是我希望能够比照这样的精神，把视同为是一个重大的灾害，国家级的灾害，中央优先来指引，不要让地方政府在刚开年而已，他已经用掉了一大半的灾害准备金，在后面的部分很捉襟见肘。我知道委员的顾虑就是说，才开始两三个月就把灾害准备金用掉了大半，但是请内政部说明一下，那个有没有这个法律上、法源上有没有这弹性说？地方的先不用，用中央的，这个我是存疑了，那个请内政部澄清一下。啊，事实上我跟这个有关这一次所需要支付的款项，它分好多类了哈。比如说像租金的补贴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这个赈灾基金会协调。如果赈灾基金会能够协助的部分以外的，那我们会从住宅基金来支应。那么至于其他的，像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建检的部分，老屋建检的部分也一样，我们有一部分会从我们的住宅基金来出。那其他的灾害准备金的部分属于行政院主计处的权责。好，我想是不是请院长朝这样的方向好不好？因为有些部分的经费，比如说桥梁的一些修复等等一些重大的工程的修复的部分，我还是希望能够中央优先来编列了。那我想后续的部分，我再跟其他的各单位再来处理，好不好？只要是法源上容许的，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地方政府来优先承担这件事情，而是由中央力量去协助地方政府来处理这次赈灾的重建工作，好吗？法律容许，我们尽量来做。好好，谢谢。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再来谈我的第二个问题了哈。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哈。小港的空屋问题了哈。我想我放第一张呢，这是今天早上我坐高铁来到台北的时候的。好，那今天的高屏地区又止爆了啦，齁 ,78。那我刚刚在看了一下，我在坐在下面看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81了啦，齁。所以其实整个南部的空屋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啦，齁。我们再往下看了齁，一年的空屋其实会造成了整个夺掉了6000条的一个人命啦，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单是一个整个环境居住问题，同时它已经一个安全上非常重大的问题啦，齁。那我们再往下看齁，整个全台湾的这个 PM2.5 的部分齁，在去年的部分它是浓度是22的齁，那到了今年的时候其实升高起来齁，一二月其实但冬天也比较高一点，不过我们来看高雄的部分齁，它到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是到了 38.7 啦齁，像这个是非常的高齁，在整个环境上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齁。那我的选区刚好也是小港前镇啦齁，那也是一个工业的区域啦齁。那我们再往下看整个六都的部分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生命的部分呢齁，平均余命的部分高雄也是最低啦。我想跟高雄长期以来是工业城市，环境污染的问题严重，我想有息息相关啦齁。那我们再往下看齁，这个是小港啦齁。我想是在中南部很这个很眼熟的一个画面齁。那再往下看，这是今年元月的时候的小港的天空啦齁。我想非常的严重了齁。好，再往下看一样是小港天空齁。好，我想来谈的是这样齁，就是说一二以来其实整个 PM2.5 包括整个 PSI 值其实在南部都是很严重的齁。那我想署长也在这边的齁。我要提的是小港有1/3的土地是经济部的临海工业区，他每年帮这个创造了帮整个国家创造了9000多亿的一个经济产值，但是它带来很大的一个也是对环境上的一个影响齁。那我当然知道 PM2.5 不是只是区域性啦，但是为什么南部会特别严重？南部的部分其实它不只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啦，外移的一些影响，它其实在于当地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不管是这个车辆工厂的污染或车辆的污染等等，都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齁，其实几乎这几天
好，几乎常常在止报了哈。所以我希望，这个，哦，在下一页了，我们直接跳这个。我希望能够，院长能不能责成经济部跟环保署了哈，在一个月内能够提出对于小港的空污有效改善的一个计划。我为什么特别提小港？我觉得小港是一个很典型的地方了哈。小港的空污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我认为高屏的空污问题就能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高屏的问题能够解决，台湾也就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案。那我要讲的是，空污问题不只是工厂，工厂我当然知道很多已经努力在降了，但是其实很多移动污染源，甚至很多的一些政策的作为，包括我们绿色运具的推动等等，还有很多的作为。我认为经济部，好，你的工业区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么大的产值，不应该钱往中央的税收收，而污染完全丢给地方的百姓在处理。我想那样的环境是没有人愿意居住的，哈，它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环境。每个高雄人或者小港人，他出门是必须戴着口罩出门，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希望院长这边能不能一个有效的方案，在一个月内，好，即使在看守期内，我认为一个月内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能够给高雄、给小港的居民一个好的一个方案。我说过，如果能够小港一个好的方案，其实就能够帮高雄、帮台湾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秦院长？那跟委员说明，其实我在去年副院长任内就协调了，这个经济部跟环保署啊，通过了一个高屏地区空气污染总量管制计划嘛，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在设法着手。要不要请环保署说明一下？是，要跟委员报告，现在我们是去年6月30号啊，事实上高屏地区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这个空污总量管制的地区，如刚才院长所说，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总量管制的这个精神和法源条件之下，双管并进。一个就是行政措施，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作为啊，有经济的机制在里面。您说的很对啊，就是小港地区，尤其林园工业区，它这个就是很严重啊，有固定污染源，也有上班的或者车辆的进出，柴油很多。另外高屏地区还有这个飞沙的问题啊，这个高屏溪等等，确实这个地方如您刚才的照片所示啊，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林园工业区等等啊，都有设这个特殊工业区的空气污染的这个监测，这也是从大概去年前年就开始，所以我们对它的掌握也很多。您现在要求的是进一步的行动，对，我希望署长提出来是更进一步有效的一个作为了哈，因为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从这两个月来看，其实问题其实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哈。那我觉得这个每一天都在危害着国人的健康，危害着南部人的一个健康哦。我刚才看到了那个表，台北的相对还好很多哈，到了高雄其实非常严重的哈。我们在这边的环境看起来都还好一点，但是现在我的市民那边的小港状况是严重。我认为环保署基于环保的最高的一个主管机关的职责，有我必要用在最短的时间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刚刚院长、署长提的我都认同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长期性不足以那个，我觉得还是要再从。不管是移动污染或固定污染源的一些解决方案上有更有效更积极的作为，不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短时间内不会获得一个好的处理。我希望这个问题我还在跟署长会在持续讨论啦，我也希望院长是不是也能够积极的争。我认为这个不只是环保署的问题，其实我同意对、我希望未来在经济部的时候编列的资源能够更多的到地方上工业区去。我说过了，他每年他是几乎是最赚钱的工业区，他每年国家创造了9000多亿的一个经济产值，应该经济部也要同等的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源，不管是在道路的品质哈，小港的道路其实都很糟的了哈，它常被重车压得很糟，或者是被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环境正义、居住正义的问题上，经济部应该花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个我希望院长能够更加的重视。有的其实，在刚刚讲那个总量计划里面，我在协调的时候其实是对这个业者那边给他们更比原来这个草案原版更严格的要求。那个我想我知道委员的用意就是说还希望在一个月里面有一些额外措施。我想我们那个总量管制计划到现在也执行了超过半年了哈，趁着机会我们把它拿回来检讨一下，看看目前绩效怎么样，收集到数据怎么样，如果说有一些迹象可以显示我们近期内可以赶快加强措施，我们会来做。好，那是不是请院长一个月内把这个部分检讨重新再做一次好不好？那也到时候给院长给我这边一份啊，我想会长期来追踪这个问题啦。我想它是一个生命安全上的问题，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好，谢谢院长。那接下来下一个我想要谈的也是同样的大林埔的迁村大林埔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过去的大林埔是一个渔村啊，它繁荣的时候甚至是有戏院的，当时地价是高的。那当时在40年前的时候，国家把整个周边的工业区把它建置在那边之后，注定了大林埔现在的一个命运了啦。那现在大林埔周边是被整个工业区所包围的。那大林埔的前村问题讲得非常非常的久了，但是我觉得我希望院长能够也利用他的周边都被整个住宅都被整个工业工厂给包围了，我想这个都非常清楚，包括他周边的不断在排放很多的云都是由工厂，因为它水蒸气等等，看起来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我只想请问一下院长啊，来再下一页好不好？院长，好，这个再下一页。院长，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住在大林埔吗？当然不希望。对，我想任何人没有人愿意，我想在座的每一个都不会愿意住在大林埔。所以大林埔的迁村问题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急迫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都不会希望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家人居住在那边。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同胞住在那个地方，将近20000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他每天的环境品质是非常的差的。那当然我们在产业的思考上面，工厂已经建在那边，他每年替台湾创造很多经济产值，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他马上迁移。但是大林埔的迁移是我们做得到的，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更有心更有效率的去做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在下一页，大林埔的迁村其实有超过71%的是赞成迁村，但是如果你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担心的是他居住搬出去又居住环境更差，如果条件 OK 的话，其实会有8成8以上人赞成，其实相当高的一个比例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时间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中央不管是在过去整个规划有可能以要找虚力机关啊或各种理由去拖延了这个整个进度，我希望一样，我希望院长展现出你在过去以来的高效率跟你在民间政府的高效率，能一样，我认为这是一样是环境的生命的一个问题了，居住正义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在一个月内提出一个具体的规划方案？同时我也希望了解现在大林埔的主责机关到底是谁，请经济部说明。是那个包围啊，现在这个案子当然是经济部在负责推动，那我们也很了解您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他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空气品质啊，他因为他夹在工业区里面，的确是有他的不利的地方。那现在要迁村，它涉及到一个迁村，然后第二个呢，要哪一个产业要进去，这两件事情，除了您刚才提到那个居民的这个当地居民现在意愿，我们很高兴了哈，他现在渐渐的多一点。对，部长，我想跟您先谈一下，就是说，先不要谈哪个产业进去，先谈迁村，就是我基本上我觉得任何，既然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居住，刚院长也说了，如果是他也不愿意住在那个地方。那基本上我想任何人都不愿意喜欢住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不得已的状况。那如果可以离开那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是愿意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将来的产业硬扣上去，你现在找不到新的产业进去之前，你就不动迁村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我认为同意委员所讲，这个迁村民众迁离跟产业有多少要进去，这个两个事情最好能够脱钩。所以说我说部长不要把这两块，所以我是说我希望一个月内启动迁村。这个我必须讲啊，这个地方是临海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都不担心将来它的发展，将来新兴的产业等等的发展，我不担心这个问题，不管做任何产业。但是这个地方的环境已经这么恶劣了，迁村是迫在眉睫，而且我认为这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主导这么大的一个迁村，因为它是一个必须要动用相当大的一些财力，可能几百亿，甚至于相当大的规划，而这单靠地方政府是不足的。那我认为中央应该勇于去把这个责任很快的承担起来。在一个月内把，我认为你们手上都有方案的，只要你们有心，其实做得到的。而这里的百姓等得非常的久了，我认为每多一天，每多一个礼拜，对于当地的人都是承受更大的一个环境上的压力。我认为，我希望一个月内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可以吗？那个鲍委员，我想我们也不会推卸责任了哈。那你也知道，我们一直跟高雄市政府啊，就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部长，一个月内可以吗？把一个月之内规划方案提出来可以吗？这样好不好？一个月之内哈，我想，当然现在都一定有进度。部长，我认为有心的话，一个月内一定做得到，因为我认为方案都已经相当多了，我看过了很多的方案，都已经很成熟了。你可以不用先预设未来的产业什么进来，但是你可以把相关的规划方案，我认为以现在的有心的政府其实做得到的，高雄市政府会全力配合，这个我了解。
是是，一个月之内，当然我要我们提个方案哈，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事实上本来就有一些方案在那边啊、好，试着看能不能往前。那是部长，那就一个月内给我们大林埔的迁村的一个规划的方案出来，好吗？我们会把那个案子给送给您。好，好，谢谢部长，谢谢院长哈。好，那下一个，那个一样了哈。去年的八一七八发生之后的中油的部分，其实很多石化产业的部分，其实引起了地方高度的关心。然后部长可以一起，没关系哈。我想谈的是，我也很简单了，因为时间很有限哈。过去大家常提的哈，污染留在高雄了哈，这个税收在台北，这个是一个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了哈。中钢的企业总部也在高雄，税收在高雄，跟高雄在一起，他感受到现场。我想部长也院长也了解了，如果我们的工厂在那地方，我们的管理阶层在那地方，我们的感受会很深刻。我每天起来，如果感觉到不对，这味道有点怪怪的，我工厂好像有一些什么状况，我立即可以马上做处理，而且也是跟当地在一起。所以我强烈的建议中油的总部应该尽速的南迁，跟高雄市民在一起。它有两个重要的厂，南资厂跟大林厂，小港的大林厂都在高雄。我认为如果南迁了，不只有很强烈的宣示意义，而且对于高雄人，他会觉得中油的管理阶层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不知道院长支持这样的方案吗？我知道中油其实评估过南迁，好像现在还在评估一个新版。那个中油总部哈，这个牵涉到其实中油总部里面很多主管不是这个厂务的，是这个营运面的。所以您刚才讲的逻辑我是同意，就是说管厂务或者某个层级的主管如果在厂旁边，其实是可以天天掌握这个厂的状况，了解这些顾虑。院长其实我认为说，如果董事长总经理他在总部工作上班的时候，他每天可以感受到他周边的这些厂，不管是环境的问题或者他员工的问题的话，我相信对于他的企业的经营会更贴近于整个一些名义上的。我相信中油现在在评估里面那个委员讲的一些这个考虑应该都在里面。所以院长是支持这样的方向的。我没有既定立场。OK， 那部长呢？可以吗？中油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南迁？总部可以南迁？是，刚刚就是院长跟您报告的哈，我觉得他要评估的这个事项，就是说他公司经营上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毕竟是个国际性的一个能源公司了哈。第二，我们也非常非常清楚高雄当地居民他们的意愿，希望总公司能够跟他大部分的生产的地方啊能够在一起。中油您知道他在桃园也有厂嘛，他在苗栗也在做探勘嘛哈，当然大部分他的运作主要都在高雄了、啊。是，大部分是在高雄，所以他这个当中取得平衡，我们已经请那个中油哈、啊、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然后看看他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有具体的答案出来？我知道中油的高层已经有在，我看过一些消息，他好像有承诺说他们愿意要南迁的，我好像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不知道这样的态度。是那个这样子啊，报委员，我们也给中油一点点时间哈，他如果要迁。多久签，用哪一种方法去签，我们都希望他一个完整的东西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参考？我没有给他们期限了，哈，我没有给他们期限，我只是说你们把你们的这个运作弄清楚一点，哈，方法后面的执行的方法都把它弄得完整一点，然后一直再送到经济部来。好，是不是就尽快给我们好吗？如果有具体的方案的话，我会请他们加速，是院长跟部长，好不好？好，谢谢。那接下来我还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要来谈的是亚洲新湾区的部分了哈。亚洲新湾区是院长这个部分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哈？抱歉，不熟。不晓得。请国防部。亚洲新湾区其实是高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了，它其实就在港边了哈。这也是简单讲，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图了哈。这就是高雄的未来的亚洲新湾区的愿景，它目前这是现状了哈。那已经发展了，包括高雄展览馆整个在中央等很多大力支持下，包括轻轨等等，其实都陆续的在推动了，包括中钢总部，包括图书馆等等都在那边的限制了。那它是未来高雄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引擎，如果高雄要走向转型，台湾要走向转型，其实必须要创造一些新兴的产业，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好，刚刚的亚洲新湾区这个高雄亚洲新湾区它的土地是在590公顷了，在主要前镇区了，也是在我的选区那边。那我们常会去比对的就是法国的拉德方斯特区了，它也是一个560公顷左右的一个这个
一个特区啦哈，开发区。那现在其实整个法国这一块已经发展的相当的成功了哈，它已经有达到了160,000个就业机会，也引进了500家的企业哈，其中有200家是跨国的产业。好，同时间它现在有创造了将近900万的一个游客了哈，在那边来进驻哈。那高雄的亚洲新湾区其实现在最大遇到的困境是，它有70%是国公营事业的一个土地哈。那如果当然因为这个未来涉及到很多加速开发的问题啦，如果能够开发顺利成功的话，它在港边，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啦，不管在产业面，不管是在整个一些观光生活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那如果开发成功了，其实可以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啦，包括甚至一个创造上千亿以上的产值。所以对于高雄这样一个慢慢要从重工业去转型的城市，我们不可能再走回原来的老路。那在这样的发展的过程中，亚洲新湾区如果能够顺利的开展起来，对于南台湾、对于高雄的发展，甚至于对台湾的发展，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了哈。那我不知道院长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你认为我刚刚介绍了一下亚洲新湾区，你认为这个部分就您过去的专业，您认为听起来是好事情啊？如果中央能够的话，可以请中央也就这个部分花更多的力气去了解跟支持来做这件事情吗？我看您前一页那个投影片，好像那个土地开发公司是港跟市政府合作的嘛？对，他现在有要成立一家开发公司来做开发了哈。那我们现在这里希望院长也能够责成相关部会啦，能够再全力的支持啦哈。我想未来这一块他如果能够整合所有国公营的一些事业的话，因为那有70%是国公营事业的土地，如果把整合由国家的力量来共同推动的话，由中央地方合作来推动，这个对于未来这个发展才会有相当大好的一个愿景。那这真的需要中央现在开始大力的着手来推动，这可以请院长花更多的时间跟各部会去了解来做这样的推动，可以去再仔细了解一下好不好？好，那我想来提一下哈，那亚洲新湾区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案子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做的就是205兵工厂。205兵工厂这个从1998年那时候行政院整个裁撤了，205兵工厂要来迁移，然后到现在已经等了18年了，然后也13任的行政院院长了。那其中当然那时候2009年的时候，刘院长那时候裁撤了，要经建会尽速的订搬迁的时间表跟财务规划，搬迁不能再拖了。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吴敦义吴院长也讲了，要全数迁出高雄，这个都经过了好几年，到现在为止我知道的是到跟高雄市政府还没有签订合作意向书啦，包括连那个 D-Day 第一天的那个部分的时间点都还没有出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5兵工厂，它是在于亚洲新湾区内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占了57公顷的一个土地。我想请问一下院长了哈，能不能加速这个部分的迁移？现在进度我先请国防部说明一下。各委员报告，这个从102年开始，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行政院的指导下，我们跟高雄市政府开了13次专案会议。104年年底，行政院也核定了工程的协议书了。那我们国防部也即刻的把我们代办的工程的一个协议书的草案也送到了高雄市政府。现在的进度是高雄市政府在审核中，我们会持续的配合高雄市政府来把这个案子来推动。好，高雄市政府的目标是现在是朝向赶四年了哈，赶四年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报告委员没有这个，因为当年的立案的精神就是代拆代建，先建后拆，就说如果搬到大树厂去，他能够再把工程在那个时间点能够做出来，我们可以再跟高雄市政府来协调。好，我想跟院长跟部长说明的是，这个案子已经18年过去了，我必须讲这块土地是国防部的土地，它是中央的土地，这未来的整个迁移之后，整个开发各方面也会是中央的主要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是中央有能力去做更有强而有力的主导的，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但是我认为这18年来，包括未来的时间点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中央的态度太过消极。我知道院长以前在民间也待了相当长时间，一个搬迁的计划拖了18年，到现在为止还要跟我们讲。现在了，前几天我同仁问，他还告诉我至少要8年才能够搬迁。我不知道，没有，但部长，我想听一下院长，院长你觉得这样的期程，你听起来合理吗？
我想那个我们任内会设法去尽量加速。我想听一下院长你的看法了哈，就是一个搬迁的计划，如果从现在开始让您来主导的话，您过去科技部长的经验，让你来主导一个搬迁计划，用八年的时间，用民间的角度，用八年的时间，你觉得会不会过长了？当然是有点久。有点久嘛哈，恐怕总统都可以选两任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八年一个地方可以发展什么？如果你是民间企业在快速跟人家竞争的状况下的话，你用八年的时间去，我想竞争力早就消失掉了。院长可不可以？我部长的想法其实我很能理解啦，因为那个我想听应该院长你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你认为多长时间是比较合理能够赶赶看？不一定能够完成，但是我们朝那个目标来努力。我不敢讲，我觉得里面一些限制因素先去了解一下，这些限制因素多久能够排除？如果是编列预算，或是土地的开发等等等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时间，所以，我觉得能够越快越好是真的。对，我想跟院长报告，这个案子对于高雄跟台湾的发展，亚洲新湾的发展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案子了哦，它其实能够为高雄创造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院长这边能不能去整个来加速了哈这一块的工作。刚也提到了哈，八年的时间，我想任何一个民间的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够理解了，这样的行政效率其实是我认为是台湾现在的竞争力这么弱很大的一个因素，政府的效率不彰，政府的效率太慢。让整个高雄的产业发展，如果还要连一个兵工厂的迁移都要等八年的话，那高雄的发展我相信是非常的缓慢，我想人民也没办法接受的。我的意思说，能不能我提出一个14年的期程，4年，但环评需要一点时间，可如果环评也可以加速，然后包括迁移的规划前期可以先做规划，后期的搬迁我也问过了厂长，一年内可以完成。我希望院长能不能朝努力4年内完成这样的目标来前进，有没有可能努力来做到？鲍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当年因为是选址的问题啊，后来行政院要求国防部，我们就在我们的大树的兵工厂把它并进去，在并进去的状况下，就是要在里面，您讲的没有错，要环评，有很多工厂要重新分配。抱歉，部长，抱歉，院长，其实理由会非常的多啦，但我是说民间企业，如果假设现在是一个军事作战，但是一个军事目标要你四年内完成这样的军事目标的时候，不然我们的战略可能产生重大的伤害的时候，可以啊，我不知道有办法。我等一下，我想因为我时间很有限哦，我想要请院长能不能努力朝四年的方向来。好，好，这个再请赖委员啊私底下跟相关的部会啊来做啊一些请教。那谢谢赖委员的咨询，谢谢张院长啊以及部长。现在请张委员立善质询，询答时间30分钟。苏院长，我们请张院长。请张院长。院长，我请您就站到台前来，可以吗？站到台前。您这边吗？哎，到台前。嘿，我现在要请张院长跟我跟本席一起面对国父遗像，行30公里。等一下哈，那我请我们的苏家群院长，还有全体官员，你们就地向后转。对，是总咨询的时间我们觉得不宜进行类似的仪式，往后如果每一位委员都来重复做这样的动作的话，那我们总执行就会比较不好啊。这个不是尊重，我们也请委员尊重您自己的执行啊，因为我们觉得在执行进行之间来进行相关的动作不好。
这个我要不要面对我们的国务一项自有贬息的裁决？我们现在请执行啊、哦，继续进行，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就位开始今天的咨询啊。院长，我想我们身为最高的民意代表，我们应该要以身作则，而且要用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态度。我们要用感恩、感恩再感恩的心情来面对开国元老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应该用推崇、尊敬、感恩来以身作则，教育下一代。所以院长，你跟本席都做到了，这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基本原则。谢谢，谢谢院长。院长，我曾经担任过第六届的立法委员，那魁违十年，我有机会再进入到立法院哈。那这是我当年质询的照片，当年质询的照片有我们的谢长廷院长，还有苏贞昌院长，还有当时的农委会主委，也就是现在的苏家全院长。那魁违十年，你看我改变了吗？没有。我想哈，当然啦，岁月不饶人啦哈，变老了，变胖了哈，但是呢，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胸前所戴的这朵花。院长，本席非常荣幸哈，在台湾2300万人当中呢，我的名字三个字当中跟您两个字是一样的。那其中呢有一个善字，善字在英文的单字当中 SUN 它的发音是一样的，善 SUN，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SUN 是什么意思？太阳。太阳啊，台语要怎么说？日头。日头嘛齁。所以齁，我胸前戴的这朵花叫做日头花。日头花。所以十年来如一日齁，不变初衷，我一样用像日头花的精神，齁咱的乡亲感受的关怀，感受的温暖，看到希望那款的心情，再度入来到立法院。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情来为民众做事。所以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在云林县就成立日头花姐妹协会，来关怀弱势族群帮助三失的老人，也就是失能、失智、失忆的老人，然后协助我们的新住民姐妹，一切都是以善为出发点。因此呢，云林县是布袋戏的故乡，所以布袋戏的国宝级的大师黄海岱老先生，好，他的第五公子黄逢时先生也是我们第五届的立法委员，他当时呢就写了一首诗鼓励我。这首诗呢是这么念的：向日葵日头花，唔惊雨拍，唔惊风吹，是伊是伊陪伴阮勇敢向前飞。这就是日头花的精神，永远迎向阳光。我们在这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善这样一个善念为出发点来自我期许。所以本席呢非常庆幸看到我们马政府执政啊，历经六任的这个行政院长，那您呢是得到最高的民意调查，也是最受乡亲肯定的。那我相信啊，你也是最勇于认识的我们的院长。那当然我也希望就说在看到你啊在执政的时候用行动来关心蜗居老人，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存在。在霸王级的航海的时候，你也是第一时间到我们的乡村里面呢去看龙渔民受害的情形，也从优从宽从恕来认定所有的这个补助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窝心。那当然了2006南台湾的大地震你在第一时间到现场里面亲临指挥坐镇来帮助我们这些受灾户让他们在失望无助当中呢看到希望。所以这些呢我们看到院长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上任，但是你真正是做到的了那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院长
你们是不是能够为马政府在最后的执政阶段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你能够做到吗？刚才委员讲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委员讲的也是我们的目标。好，那院长，我希望这个日豆花等一下送给你，然后也是我们呢、啊、自我期许，那也算是一个纪念哈。那但我今天质询的主题哈，我们希望看到院长是有所作为，而且绝对是落实所有目前呢、啊、哈我们所有允诺的这些事项哈。那当然哈，台湾地震频繁哈，那包括呢哈，在2006的南台湾大地震哈，那我们要汲取这些惨痛的经验。那云林县也曾经面临过921的大地震，哈，921大地震。那当然哈，这次南台湾死伤的乡亲呢，高达116位。但是呢，在16年前921大地震的时候，死伤的人更加的多，当时全台死伤2415位乡亲，尤其在台中县市死伤的超过1267位，南投县死伤的高于886位，而云林县死伤的有86位乡亲宝贵的生命。那同时在草岭一夕之间有29，同样的是一个家族简姓家族遭受活埋。所以这些惨痛的经验让我看到，我们应该要痛定思痛，针对未来的防灾救灾，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做彻底的检讨。所以我在这里啊，我要请哈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部长哈陈威仁上台。来，部长，我们地震哈进入现在一个最后善后的阶段哈，那我想在事后的处理方面，我们内政部也加速要通过防灾三法，也就是我们的灾害防救法，还有我们的都更条例以及建筑法规哈。那我想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必须要严格的监督整个建筑结构跟施工的品质，所以呢，对于全面的扩大老屋建检，好，老屋建检。希望就是说能够透过这全面的老屋建检，不要再造成以后的伤害。所以呢，目前政府啊扩大所有老屋建检提前到有20年的这个老屋的年龄哈，921大地震哈，那我想这个921大地震之前哈，有600,000户的这个老屋呢要来建检，我想我是乐观其成的哈，而且是举双手赞成哈。那但是呢，我想要知道哈，老屋建检以后的结果是不是能够透过一个平台公布给所有乡亲知道，让所有民众知道建检的结果是如何？如果假设我要买房子，我能不能从这资讯当中呢知道我买的房子结构是安全的？有没有办法？跟委员报告，现在我们这个房屋建检的老屋建检的部分呢、我想您也知道，我们内政部会补助这一个。本来在今年的预算我们就有列了一部分，但是院长只是在赈灾以后希望能够扩大办理，那我们会提出一个6年的计划，那么这个部分怎么来进行会跟地方政府来这个讨论。那至于您刚才提到的，就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房屋建检的资讯列为公开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并没有一个法律是可以强制要求，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老屋建检完的一个程度以后，把这些资料公开，对于他的房屋的销售是会有帮助的。好，部长，就是因为这样子哈，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院长跟部长哈，我拜托大家哈，针对这些惨痛经验，我们必须要严格来执行，尤其是在我们在住宅法规当中哈，我们曾经有一条就是一定要有住宅性能评估，也就是住宅的建诊报告。那这个呢，现在目前为止只是鼓励的性质，并没有严格执行，所以本席认为啊，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要加入法则，这样呢才能够真正落实啊，我们每个乡亲啊面对我们所购买的房子是不是能够是一个安全居住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到这次南台湾的大地震啊，
有年轻的夫妇哦，积蓄了很久才能够买房子，结果呢，一夕之间呐、啊，哦，就整个的摊帮了，他的心血全部泡汤。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同时，我希望就是部长跟院长，既然我们呐、啊、要加速推动房灾三法，那这当中呢，也必须要把住宅法规啊列为重点，甚至我要要求，也就是未来只要房屋交易买卖，一定要提供所有房屋建整评估认证书。部长，这样可以吗？我们这个会很佩服啊、张委员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会把它纳进住宅法的修正里面来讨论。讨论，那可不可以就是落实执行？是我们，我想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也很多人在对住宅法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条文需要讨论来啊，包括社会住宅或者是租金补贴的这些相关的规定有检讨的必要。那您刚才提到的是在住宅交易的时候，能够要求强制做啊这个房屋建检的这个性评的报告，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在住宅法里面来讨论。好，那我希望就是院长哈，这个部分我想还是要哈严格要求了哈，那希望真正能够落实了哈，尤其是在房屋交易买卖的同时呢哈，我们应该要让哈房屋建检哈整个的认证书报告书更加透明化，让民众知道你在购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资讯，让能够确保所有房屋居住的环境安全了哈。那再来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补充一下，在这个住宅法能够。不要修法以前还没有通过以前，我也会要求行政院的这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啊，把这议题拿出来讨论一下，看是不是透过消费者的这个保护管道也可以有一些配套措施。 OK， 好，谢谢院长哈，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再来一点哦，刚刚就是说院长已经扩大哈啊，整个九一二一之前哈，屋龄超过20年的哈都能够全面建检，但是呢，云林县呢，哈，有四条断层带了哈，也就是车龙埔断层，还有九穷坑断层、大尖山断层跟梅山断层了哈。那当中呢，哈，这几个断层带再加上云林县有地层下陷之雨，然后那所以呢，哈，目前在登记有案的公寓大楼有297栋，那甚至啊，在20年以前的有93栋。那我现在得到的资讯是说只有50栋啊通过全面老屋建检的补助。我不晓得这个讯息是从哪里。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您这个所刚才讲的说50栋，那是因为在跟赈灾之前，我们内政部本来今年就有编预算来试办这个老屋建检。那么在那个既有的预算之下，那我们真这个给这个50栋给这个云林，但是我也刚才说明的，在赈灾以后，院长已经提示了要扩大来办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会找县市政府来用6年内全部把它做完。好，那也就是说，在屋龄超过20年的可以全面的补助，让他做老屋建检，可以吗？我们对象可以吗？是我们希望这样做，但是这个怎么样来？规划它的进度跟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事项，我们在这个最近就会找地方政府来讨论。好，那我希望第一个时程缩短了哈，然后提高效率，而且呢哈，云林县呢哈，我希望大家把它当作防灾的重点，因为我刚刚讲了，不只有那个断层带的通过，包括地层下陷、土壤异化这些严重的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呢，哈，我希望云林县也曾经过921大地震的这个惨痛经验，所以我希望哈本席啦，希望我们的院长跟部长呢哈，能够对云林县呢哈全面的这个老屋建检全面加以补助，我希望院长能够允诺，可以吗？对的，我们政策就是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好。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哈，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后，他们也执行哈中间哈检查制度哈中间检查制度。那我很高兴啊，就是说我们的部长哈也特别哈找了好几个单位一起来相关的单位来共同来探讨哈。那当然我觉得哈，日本经过阪神大地震以后，他们整个哈策略执行以后，到目前为止啊，他们面对8、9级的这些灾难，都可以避免了哈。那我们台湾呢哈，直到6级啊
就已经不堪一击啊。所以我觉得哈啊，这个中间的检查制度哈，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无论是要委托或是指定第三方公证单位来做哈彻底的这个审查，还有现场会勘，让整个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非常透明，而且哈能够啊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落实执行的。我不晓得部长跟院长的看法。是的。是的，这个我想中间检查制度对于落实我们这个啊建筑师他在结构设计上的这个审查，以及在中间的施工查验跟竣工的查验，是有实质的这个意义、实质的帮助。那我们这一次在赈灾的期间，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就找了相关的啊专业工会以及建筑投资工会，这个他们来一起来讨论，获得他们高度的这个啊共识。所以我们已经经过行政院院会通过，把相关的建筑法的修法送到立法院来。我们很期待朝野能够共同来努力，赶快通过这个法，让我们中间检查制度能够早一点落实。好，那我希望就是说哈，一定要落实中间检查制度哈。那我也当然希望就是说，不要让县市政府有因为人力短缺无法执行而延宕。甚至啊哈啊能够甚至哈、啊、睁眼闭眼就让这个啊法规啊没有落实执行哈、啊，所以我本席希望就是说哈、啊，一定要啊严格啊监督，一定要中间检查制度要落实了哈 啊同时呢哈、啊，希望就是说在整个哈 啊建造的过程当中，如果县市政府愿意核发这样的证照，那相对的我们的啊这个地方政府或是我们中央政府都必须要负起连带责任。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可以吗？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过去因为政府在建筑法规里面是采行政跟啊这一个专业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事实上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呢，那因为建商很多都已经解散，这个时候呢政府也是难逃他应该负的行政责任。但我们经过啊，如果我们采取中间检查制度以后呢，我想这个一方面它这个产生缺失的机会就会大幅的减少。那政府的这个行政监督也因为有专业的啊第三者的协助，我想就比较能够来落实啊这个啊所谓的啊三级评管的制度。所以我们就不能让一案的建商哈满街跑，也不能让建商哈顺利脱产，然后到最后不负责任。所以希望就是说，既然哈我们仿效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之后的这些防灾赈灾的条例，我们真正也要哈啊真的彻底的执行，而且落实的执行。所以我希望哈部长跟院长绝对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吗？没有问题。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经过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呢，哈，有留下很多活教材，也就是说，有九二一地震国家纪念地，我不晓得院长有看过吗？我知道那个。知道嘛，哈，在我们雾峰的光复国中有一个九二一地震的教育园区，在南投草屯也有个九九峰，在南投的国姓乡也有九份二三的国家地震纪念地，那在云林的古坑有一个。草岭地质公园哈，那昨天呢、啊，我到草岭啊走一趟，看一看，经过九二一大地震以后，所有民众付出惨痛的经验，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政府更大关爱的眼神？但是答案是令人失望，令人失望。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活生生的教材，最重要是要做什么？当然是希望能够借镜这个所有惨痛的经验，让我们民众呢能够有防灾救灾的意识。所以呢，我在这里啊，特别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吴思华，我们的教育部长，可不可以上台一下？好，来，请教育部长。部长，是我们现在的防灾救灾的教育哈，做得不够彻底了哈，不够彻底。
那我希望就是说防灾救灾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常识或是知识理念，都要从小就开始培养起了哈。所以我非常希望就是说目前所存留下来921地震以后啊，这些国教材真正能够哈纳入国中小的教材里面，甚至啊在课外活动的这课程当中能够排入课程，让这些历史惨痛的经验，甚至呢哈诉说这个历史故事，让孩子真正能够感受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请部长是不是能够哈把我们的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防灾哈地震的国家纪念地也纳入教材当中，防灾救灾的教育要纳入国中小的教材当中，可以吗？谢谢委员的这个意见哈，我想我们对于防灾教育一直都非常的重视，您刚才的这个建议我们会拿回去研究，我想会让学生有更现场的感觉，会让他们更建立起好的这个防灾的理念。是，我记得那时候921地震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可以让民众亲临现场，或者在那个地震测上面去体验几级的地震几级的地震，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教育的一种哈，所以我觉得防灾的教育应该要从小开始做起的哈。而且呢哈，我们看到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后，他们从民众到社会到公部门，他们从自助公助到共助他们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彻底的在执行哈。那所以呢，有防灾的这个意识啊，加强这个意识，我相信防患未然绝对比发生的当时哈所受到的这个冲击还更好了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吴思化部长哈也能够哈把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理念跟常识哈纳入国中小的教材当中，教育当中，教育下一代，让他能够真的感同身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请部长可以深思，而且一定要纳入好吗？是，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做，我们会继续努力做了。那请我们的内政部长跟教育部长先回座哈。再我请我们的交通部长。来，请部长。委员好。部长。谢谢你哈，对云林县交通网络的关心了哈。那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呢哈，我们的这个地质国家公园哈，形同虚设了哈。草岭的地质公园形同虚设哈。那因为呢，我要到草岭去探探究竟哈，去了解一下目前哈草岭啊仅存的这个草岭实景哈。草岭实景从以前的我们的峭壁雄峰。还有水帘洞，还有蓬莱瀑布，有很多的景象哈。我想如果大家有在参加以前救国团的团康活动的时候，大概都有这样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呢，我要去的时候呢，发现149甲线到目前为止是不通的，而且土石坍方，阻碍了交通。我不晓得部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这个我想是最主要是县道的问题了，那当然如果有这需要，我们会跟县府这边来协调，因为毕竟这个如果生活圈上可以纳进来，请他们尽快纳进生活圈里头，交通部来出去来协助来帮忙。部长，这已经历经十几年是还没完成的道路，是，所以我要告诉院长跟部长，云林县是很可怜的，而且草岭的这些乡亲啊，从921地震之后还面临桃枝台风、纳莉台风、莫拉克台风，结果所有的景点的步道没有办法连结，造成游客的不便。那业者呢也啊，目前来讲啊，可以说是县市政府也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然后甚至他们自助去自力求生，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院长跟部长甚至也把观光局一起带来如果可以的话，在卸任之前呢，一定到云林草岭地带走一圈看看。其实云林的草岭其实有很好的这个风景
而且呢它林相相当的漂亮，甚至呢哈，我们把这个是我们地质公园的陷阱，你看好，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哈，整个的这个屋顶哈都可能被掀开了哈。那这个是地质公园的一个全貌，其实占地啊非常的小哈。那甚至我们的蓬莱瀑布这么简易，现在的缆车也停驶了哈。所以草岭目前的景象，空有非常好的天然资源，但是没有政府的关爱，甚至当时的云林县政府还把观光局裁撤掉，纳入文化局哈的一个观光客，以至于整个观光整个停摆。好，所以呢整个地方的观光产业没有办法繁荣发展哈。所以我希望就说哈我们的院长然后跟部长如果在卸任之前哈能够走一趟，因为我们再来看有一个三角点，在海拔1800公尺的这个上方有一个云岭之丘哈，这里立了一个三角点。什么叫三角点？也就在这个地方呢哈，跨越三个县市，一个是云林县，一个是嘉义县，一个是南投县哈，在这个地方，所以光从啊，如果从石壁到我们三林溪只要6公里哈，如果从草岭到阿里山，以前都有草阿种走哈，到阿里山只有20多公里。那你想想看哈，看到阿里山国家公园的发展，草岭紧邻这么短的一个路程，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有观光客能够莅临云林啊，只有哈路过云林没有办法停留。所以我认为啊，如果可以啊为云林乡亲啊挹注更多的中央资源，我相信只要把南投县哦，无论是三林溪溪头，甚至云林县，哦，云林县的这个石壁草岭漳湖连接起来，甚至本席在第六届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争取的湖山水库，原本要倚着清水溪的沿岸建构一个云东国家风景区，我希望啊，哦，我们的中央资源真正能够挹注，能够连接嘉义的阿里山，我相信这整个中台湾连接起来绝对非常漂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风景区，然后所以我希望院长跟部长是不是在卸任之前能够莅临啊我们云林县草岭走一趟呢，可以吗？古坑乡走一趟呢？我想我会请观光局还有那个陈部长公共局对尽快的去走一趟看看。好，如果能够到现场走一趟，我们来了解实地的状况，那我希望就是说在卸任之前，因为政府的政策呢是延续性的，延续性的地方的发展是不可以等待的，所以呢希望院长能够尽心尽力做到最后一刻，让民众真正有感受，也让云林乡亲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感谢院长跟部长对云林的关爱。会的，谢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再来呢我要请教哈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好，请陈主委。陈委员好。不好意思，只剩下1分多钟哈，那我想加入 TPP 啊是政府刻不容缓的哈，包括现在的马英九总统，包括未来的准总统哈，蔡英文总统哈，都认为加入 TPP 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席啊也认为应该要有国际的竞争力哈，我也没有反对。但是呢，在促进工商业繁荣的同时，牺牲农渔民的权益，我觉得这对来自农业大县的我，绝对是要捍卫农渔民的权益的。所以我不知道说历经这段时间然后在整个我们的政府部门准备加入 TPP 的同时啊，有没有做好配套措施。跟张委员报告，其实农委会在102年就委托了台大团队来做农业冲击的评估啦，那每一项里面都有，那尤其是对。好，
那个主委你不用回答哈，因为没有时间了哈。我知道我们在哈啊1988年的时候，当时因为要进口苹果跟水梨，所以呢哈造成梨子跟苹果的全面崩盘。当时有个520的龙泉运动，你记得吗？我记得哈。而且在2002年的时候加入 WTO 的时候哈，我们要开放10万多吨的这个稻米，休耕的稻田呢超过24万公顷。当时也引发10万农民上街头，所以当时政府提出富农基金，也就是农业发展基金1500亿，农产品的进口损害救助1000亿。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院长，还有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希望。谢谢啊，张委员的质询，谢谢张院长，还有啊，陈主委。报告院会上午质询到此为止，下午1:50处理临时提案，下午2:30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